あああああ、こんばんは、やっほーみのるだよ。早晨啦，咁多位，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啦。弊啦弊啦，头先个 BGM 佢停咗咯，然之后发现其实佢唔系停咗啦，而系平日咧教咗要 loop 啊嘛，然之后啱啱咧教咗单次播放，然之后佢就系一个好奇怪嘅位置要停咗。早晨啦，咁多位，早晨啦。早晨啊，优先啊，早晨啊，游魔月，咁多位早晨啊，今日咧就系、是、今日知唔知系咩日子啊？今日同埋琴日，如果有睇到封面都应该知道啦，就系咧呢个 Automate Party 2022，
各位入头水先冷静啲先。早晨啊，段教授，早晨啊，早晨啊，啊，早晨啊。今日呢啊，声音画面有冇问题？今日呢开台前呢面都突然醒起，啊，系喎，要 check 音量喎，跟住就 set 过咗啲音量咯，所以应该呢 BGM 呢系会好大声，因为呢现阶段呢面都就已经近乎聋嘅状态，聋的全人。好啦，各位呢就咪大啲眼先，好攰啊。呢两日几乎唔系几乎冇瞓到嘅，即系都有瞓到觉啦，但系好似唔够瞓咯，撑咗全日，企足全日咁样咧，即系系攰啊，所以擘唔大只眼咧就 sorry 咯。咁样啦，睇下先，大家知唔知死啦？面都咧应该要由边度开始讲起好咧？呢个 automated party， 大家对？我拖趴有冇任何嘅认识？如果冇，我哋由零开始讲起啊。虽然其实面都唔系话好劲，我知好多嘅啦，但系咧就要讲，系咯，即系要等大家知道佢系乜嘢嚟咧。咁由边度入手好咧？救命！因为咧面都咧真系去到临开台之前咧，都斟酌紧死啦。其实有几多可以讲，几多唔可以讲咁样咧？即系例如话朗读剧啊，或者有啲咩台词系好深刻嘅，跟住呢啲讲唔讲得咧？咁讲咗，其实又唔会少忽肉嘅，但系又好似始终啊，都是肉紧啊咁样咧。即系喺唔剧透嘅情况之下，透翻佢成个朗读剧讲啲乜嘢？咁但系呢个咪真系剧透咯？都是肉紧啊咁样咧。然之后谂谂，好头痛，想瞓觉噶。啊，咪大家先，早晨啊，早晨啊，阿月，早晨啊，咩咩，我都吧，睇得劲开心喎、啊。即系咧，面对咧，睇先，今日同埋琴日咧，一共有三场公演啦、啊。咁但系你讲话去三场公演里面，睇先有几多个作品呢？四三一十二，十二套作品里面，面都有叫做有玩过，即系唔好讲话有冇玩晒所有嘅续作啦，但系有接触过有玩过嘅，就应该一二三四勉强五个，跟住就但系全部都有话知道，即系都有大概留意过，有谂住买或者买咗未开咁样咧，所以都少系啦。跟住就喺呢个即系真系有玩过嘅 game 里面，都只系得嗰接近即系一半都冇，但系坐咗喺度睇足三场嘅感想系点样？感想系好开心咯。其实我多巴本身系就预咗系会俾一啲冇玩过只 game 嘅人去睇噶嘛，咁所以其实当你零知，但系你走到过去，佢会自动安利你嘅咯。系啦，面都咧睇完三场咧，好想买 game 啊，好想买 game 啊！黐线，即系除咗本身自己放置 play 有几十只咁样啦，十几廿只咁样之外咧，又想揞荷包买埋佢啦，即系放置 play 咧都放置开，唔争再放置多几只，而家好有动力咧，好想要打机嘅，所以咧就系时候要买 game 啦，耶！六点五分，乜嘢龙的传人、啊？龙的传人值六点五分咁少？唔可以咁咯，龙算啦。点样好咧？我都未到 party 咧，咁就首先要同大家讲下咧 ，Minotaur。如果大家有睇台或者系有听 Minotaur 提过咧，就好中意月女 game 呢一种嘅 game 啦。好废话，咁月女 game 咧，我哋嚟揾下佢嘅意思系啲乜嘢 ？What is 月女 game？ 我多咩 game？ 我多咩 game？ 意味走音。等下，点解打唔到字嘅？我多咩 game？
即系咧，好似黎华、面都有玩，有开台玩过嘅呢个心跳回忆系列啦，心跳回忆 Girl Side 系列，跟住唔系系列，佢净系玩咗四啫，仲未玩晒，哈哈。跟住仲有呢、這个Buster Fellows， 咁都系呢个乐女 game。草原啊，由乐女 game 嘅定义讲起，喂，咁讲两句啫咁咧，系啦，咁就冇啦，咁大家应该 basic 嘅都知啊，自己去 Google 啦，系啊。咁然之后咧，乐女 game 里面咧，咁叫做呢个业界一个比较出名嘅游戏公司啊，即系叫唔叫公司啊定品牌啊？咁样咧，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Idea Factory 有冇咧？即系其实佢系咪咁有冇咁出名？其实面都唔知喎，但喺面都嘅世界里面觉得佢好出名咯。点算啊 ？Idea Factory 有冇出过啲乜嘢正即系一般向嘅 game 嘅咧？都试肉紧啊，有冇咧？乜是但啦，咁样咧，呢个 Automator 嘅呢间公司啦，咁佢就每一年，即系而家今年好似系第15周年啦，呢个 Automator Party， 咁就Automator 就系间公司名啦，咁然之后佢每即系呢15年咧，几乎每一年都会，因为死啦，佢计唔计噶？佢计唔计？佢啱啱最近因为Corona。呢、这个乜嘢？呢、这个肺炎咧而停办咗嘅，咁死啦！冇留意到佢计唔计呢、这个计唔计喺呢两年里面？佢计佢搞咗15年啦，定搞第15次啊 ？Anniversary 系年啊嘛，咁所以应该可能呢、这个 Automator Party 2022系15周年嘅话 ，Automator 喂点啊？呢、这个系 Automator 嘅15周年定系 Automator Party 嘅15周年？啊，翻时格嘅，但系因为真系入 event 入去啦，面膜都冇谂住刮到咁深，我成日仲喺度开台讲话，哎呀好中意啊咁，但系原来连佢嘅几多周年都唔知道。早晨啊 ，Cry Cat， 早晨啊，咁样啦，都唔紧要，呢、这个都唔系重点嚟嘅，咁就系呢、这个啊，试过试过，咁呢个 Automator Party 咧，咁就系啦 ，Automator 搞嘅 party 啊，所以 Automator Party 啊，多谢大家。佢系基本上系唔系基本上，即系佢每逢暑假嘅时候啦，八月尾九月头左右嘅时间会搞嘅一个 event 啦，咁就好似一般都系两日噶，两日，跟住总共有三个公演。系 Automator 15周年，多谢你啊咩咩，系咯，其实 Automator 15th anniversary 啊嘛，咁系 Automator 嘅15周年啊嘛，系啦，咁就冇，因为今日佢哋喺度讲啊，哎呀出咗10几年啦，我哋咁样，我出场，我由第一场已经响度嘅咧，咁样咧，跟住讲到十几年，即系 Automator 都10几年，呜咁样啦。即系有些少混乱咗咯，面多咯，好啦，又喺度赖，又喺度赖，系啦。跟住，于是今年就系呢个2022年啦。佢三场公演，系咯，系啦，系啦，最 basic 嘢都讲咗。但系今年好似佢话系最系咪最多人啊？定系其实次次都话，哎呀，今年好多人咁啊，次次都讲最多咁样咧。面都冇呢个习惯去数有几多个人喎、啊。但系的确咧，佢每年即系个 cast 都好劲。咁其实 Automator 系做啲乜嘢嘅咧？首先讲一讲先啦。Automator 咧，佢就系喺呢个即系搞两日啦。咁总共有三场嘅演出，每一场咧嘅都会有。四个 Automator 呢个公司嘅乐女 game 作品嘅四个 title， 咁就会请呢个 title 里面嘅声优上嚟做呢个朗读剧同埋玩游戏嘅，咁就而呢、这个点讲好咧？系啦，咁因为有时候啲声优可能一个人配几个角色啊，或者系呢、这个即系有新做埋呢个司仪啊咁样咧，跟住你计计下，睇落你得四个 title 好少啦，但系唔系咧，佢好多人咯。例如话呢一二三四五六，即系每场都十几廿个声优喺度咁样，十五六个都会有，有冇啊？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系咯，怎数好似都有十四个以上咯。又其中一场，求其揿咗场嚟睇，面都真系冇留意到有几多个人仔啫。哇，好多人咁，因为面女咧冇话特别系睇开其他嘅 event 啦，其实都系净系有睇我 top up 咁样，系咪咁讲咧？跟住睇惯咗，但系呢个阵容咧，好似一般啲 event 唔会有咁多声优噶咯，而且仲要全部都好出名噶。系啊，跟住呢个豪华阵容咯，每一年都会有。跟住而 Minor 咧就琴晚啦，同埋今日咧就直踩三场啦。呢、這个咧充电咧充到满咗，然之后咧已经开始有呢个失忆状态啊！即系咧搭车翻嚟嘅时候，其实都唔好讲啊，搭唔搭车翻基地嘅时候，而系咧佢啱啱完咗个 corner， 即系应该谂过啊，头先讲啲咩嚟啊？剛才讲的是什么来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今天现在不开这个直播应该就不会有机会开，因为面都会全部忘记了。所以就我们逐样来啦。在讲这个今年的 event 之前，死了，应该要讲一下之前还是讲一下开场之前的事呢？死啦！真系完全冇准备到添，饮啖呢个蔬菜汁先，懒健康。面都今日完全好似冇食到嘢咁，食咗两餐咯，就系临出门口食咗煮咗个面啦，同埋头先翻嚟买咗松屋咯。冷静啲。眼瞓添，系真系咧，两日三场，跟住因为而家咧，点讲好咧？而家 corona 咧个肺炎啦，佢唔俾人哋大嗌啊，唔系，即系点平日咧，大家会嗌会尖叫或者系俾下反应嘅时候会出声噶嘛，或者系嗌口号嘅时候大家都会嗌噶嘛，但系而家唔俾我哋出声嘅，所以咧就所有反应咧都用拍手嚟代替咧，原来对手好痛咯，拍咗全日啦，仲要因为真系劲开心咧，跟住然之后就拍哇，好啦，冇啦 ，sorry。系啦，系劲响咁样咧，好痛嘅只手，劲痛。好啦，不过系抵嘅，系抵打嘅，抵拍嘅。咁就我哋首先讲啲开心嘅嘢之前咧，讲下啲唔开心嘅嘢先啦。Windows 咧，如果大家有望到 Twitter 咧，会见到。昨日和今日呢分别呢想听不开心的东西，期待了整天了，断个手，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地狱啊？早晨啊 Hana， 早晨啊，这个呢不开心的东西，如果有看到 Twitter 呢，那就 Minoder 是这个，就在说礼拜日杂谈很多东西说，然后还有这个今晚杂谈又有嘢讲啦，然之后咧仲有个悲报，今晚好多嘢讲咁样。咁其实咧，你话系咪好多嘢讲咧？又好似唔系好多嘢讲，因为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初见你好啊，喵，早晨啊，系啊，呢个表情真系变到真系好憎呢个表情，你就会见到变到都咁憎呢个表情，都喺度猛用，就知道成件事几咁惨，惨住人玩。咁系咩事呢？就系咧，佢今年因为好似应该就系因为要实施人流管制啊。虽然其实好似冇乜用，咁样咧，佢就要派筹。如果你佢密返啦，大家知道咩系密返噶嘛？即系有通返咁，有密返啦。喺个 event 嘅开始之前咧，就会有呢、這个会有呢个乜嘢咧？开翻个 auto park 嗰个画面出嚟先。咁喺开场之前啊，咁佢会有呢个密饭啦。佢咧今次有几多场密饭咧？睇下先，一
二三四五六七，即系呢三场公演我哋计埋，一共有七场物贩啦。但实际上可以俾你有机会买到嘢嘅系一二三四四场。点解咁样讲咧？系因为佢首先系分咗琴日。會有第一個是free 嘅物販，就是如果你就算你冇買到飛，你是街嗰人，你都可以過嚟攞抽嘅。然之後好似係有限到1000張飛啊，望翻Twitter 其他人講。跟住喺呢個先行物販咧，就係、是你要有呢、這個跟住落嚟嗰一場嘅飛，咁你先可以排嘅。咁但係好似都係600個抽左右嘅。咁但系其实你坐满人咧系几千个人噶嘛，好似系咪？系咪啊？咁肯定唔止600个人啦。不过唔紧要嘅，咁就先行返啦。咁就先行嘅咧，咁就三场都有个先行咁，所以计埋呢个 free 嘅物贩呢，有四场。咁但系佢咧系好快买晒啲嘢嘅，例如话佢有600个抽啦，但系一般可能去到100-200个抽左右咧啲。大家都好受欢迎嘅嘢都会 sold out 咯。咁但系咧，以往佢系点样咧？面对之前去过两年咧，佢系即系某程度上系你自己早啲去排队嘅话，就有机会排得到咁样。跟住嗰阵时，面对同朋友仔喺度斗早去咯，唔系斗早，即系一齐几乎唔瞓咁样咧。最早一次，即系有一次系几时啊？凌晨。即三點零，天都未光咯，天都未光就去坐，但系咧已經好多人排緊。咁但系其實佢幾點開始賣嘢咧？佢10點開始，唔係10點先，即今年嘅安排係佢10點開始集合，然之後佢俾半個鐘頭嚟，跟住你截龍，然之後10點半開始派飛咁樣，唔係派籌啊。咁但係問題咧，攞籌唔緊要，攞籌咧應該係一個德政嚟嘅。因为咁你攞筹之后，你可以分散啲，你唔使全部人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嘛，理论上。然而咧，佢咧今次咧，佢个筹里面咧，佢居然系有一样嘢叫夏之的剧。夏之的剧，即系乜嘢咧？即系抽唔中。咁原来咧，因为第一日咧谂住 free 咧。就应该会好多人啊，点讲好呢？即系一嚟赶唔切出门口，所以就谂紧啊，反正都咩啦，我哋面多都就等呢个咩啦，等夜晚唔系夜晚，等即系正常嘅普通物贩嗰阵时先去啦，咁就大安旨意咧就慢慢嚟，咁然之后咧。咁发生咩事咧？相信大家咧听到呢度咧，都估到咩事啦，系咪啊？冇错，外れました。あ、こっちじゃない。あ、こっちじゃない。これです。不过大家都睇到啦，面都成功。排咗两次都系下次咧，咁头先咧好似讲到话啊，仲有第三次啊，咁第三即系话咩有四个可以买嘢嘅，即系有机会买到嘢嘅时候啊，而面多啲有一场冇去啊嘛，咁即系应该有三次啦，咁点解都会得两张飞嘅咧？两张先行物贩买唔到嘅飞咧？因为咧，佢尾场嗰次嘅先行物贩咧，就面都明明咧，即系明明赶得到去，然之后佢话佢截咗龙被排，所以连博下之咧都冇得下之咧。即系如果你话抽到下之咧，你都仲喺谂。是为自己手气不好，因为手气都不给你搏，是到底谁想起这些东西，什么是哈兹力剑，哈兹力剑，哈
れ。Lucy 印埋落去噶，系啊，系啊，系啊，佢印埋成张纸喺度咁样咯。跟住理论上好似有及到其他人系即系一至六百咁样咧，系真系逐个逐个印出嚟咁样，即系一City Bungle 一支咁嗰啲咁样。又及到咯，跟住嗰啲人咧，见到啲人一个，哎呀，我而家抽到二百几，但系应该买唔到噶啦，咁样嘅时候，心谂喂，你起码俾面兜都见下有个数字啊，你俾五百几都好啊，四百几都好啊，虽然咧其实咧冇分别嘅，你都系买唔到嘢，但系Sympathy，数字番号見させてくれよ。系啦，呢个就系喺呢个就系面多啲喺 Twitter 讲话有多嘢讲嘅三次嘅原因就系呢个夏之力强嘅故事啦。多谢大家。我好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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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最后一次咧，有机会有机会噶面多咧。如果面多都冇排到去厕所嘅话，因为其实咧又唔系话真系好急啦。咁但系谂紧有时间啊嘛，真系排厕所啦。跟住去完厕所出到嚟，啱啱好系跑到嗰个龙尾嗰个位咧，啱啱冇够钟，即系最后嗰一分钟咁样啦。跟住收埋电话就吓唔系呢个时间咩咁样？跟住。然之后佢话咩咯？佢话冇接咗龙咧，乜尾啊？真系好垃圾咯！其实其实系面多都唔应该排队去厕所嘅，应该起码攞咗张臭先至去厕所，反正又唔急，咁就系面多都唔应该。好，外れが出たら外れです。でもせめてなんかまあやれベミノルチャウラー、今ベミノルチャウラー、即系外れ外れ起码有得抽个外れ出嚟，话而家连外れ有冇可能抽唔中都唔知啊！呢一个即系排咗个咩啊？排咗个心酸翻嚟，排咗心酸酸酸酸酸翻嚟啊！好酸啊，各位。不过咧，最好笑系咧，面多啲。前一晚啊，即系喺度睇下啊，其实佢正认真咁望下啊，有啲咩 goods 咧？其实都唔系好吸引啫。今年其实都冇乜特别啦，唔使点样买啦咁样。咁但系咧，好犯贱咁样咧，见到啲人咧喺度交换啊，见到啲人喺度即系见到 Twitter 都问佢，呢个完售啦，呢个完售啦，其实咧啊。啊，唔系喎，有啲心动喎，咁样人哋抢咧又想要咁样啦，但系咧抢唔到，因为都话咗啦，面都下子咧咯。见 Twitter 啲人话个 announcement 仲要咁讲，喂 announcement 好串喎，你知唔知啊？佢哋不算啦，算啦，佢哋唔想嘅，一般嘅 staff 都话但真系好唔抵啊！好唔抵啊！算啦，过咗去啦。同埋咧，有开心嘅嘢讲咧，就系虽然咧最想买嘅嘢咧买唔到，因为佢系第一即系想买嘅嗰个咧，全世界都想买。跟住系一开波，永远都系最开始会俾人卖晒，即系最开始 come buy 啊，最开始卖晒嘅嘢咧都系。个款有份咯，咁佢快成点咧？即系虽然你睇时间，可能话喺呢一个麦饭开始之后半个钟就冇咗，咁但系你计翻起嚟咧，麦饭开始时间系佢计放人入去，跟住啲人咧入到排到一段时间，咁你当个即系啲人都上限咁样啦，即系话佢每样嘢都有限到，每个人最多系卖几多嘅，例如话六啊、十啊、十二啊咁样，跟住后来限咗三啊咁样咧。跟住亦都有啲人会啊抽咗前啲嘅飞，跟住就代人买咁样咧。咁不唔计呢啲嘅情况啦，其实佢永远都系最早卖晒嘅。一嚟咁佢可能在即系永远都系咁噶啦，唔够货咯。
跟住同埋佢要留翻一啲俾之後嘅公演啦，之後嘅物販嘅時候再賣出去嘅事，所以佢唔夠咯，係啦唔夠，而全世界都想要，但係佢唔夠，好簡單，冇貨咯。即系咧，当你想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咁样啦，但系咧佢冇啊，佢俾唔到你啊。其实面都有个疑问咯，点解唔可以咧？即系既然佢都话系有飞嘅人先可以排队入去买即系买嘢啦。咁佢唔可以有个 platform 或者有个方法咧，预先就即系，因为佢入场咧系要身份证明嘅，你要对翻名先可以入得去啦。咁点解唔可以预先俾你预购咗先，跟住去到直接成 pack 嘢俾你攞走咁？咁例如 goods， 即系反正佢都系抽啦，唔需要你真系俾嗰款啦，你俾盲袋我哋抽都唔紧要，因为惯咗啦，算得惯咗。咁但起码你确保我哋会收到啊嘛，好唔好？等等，对眼真系教教佢先。喂咗，好啦，发现系救唔翻，算啦。但系呢样嘢咧咁好，系啦，要人力物力咯，呢个就系个问题。咁但系考虑下啦，你做生意唔系咁噶嘛？哎呀，去，嘻。咁我唔应该咯，即系咧排队排咗个伤心翻嚟，你又搵唔到钱啊？唔系佢哋搵到嘅咪卖晒咯，但系你会啲人会即系个你搵少咗钱咯，系咪啊？定系因为亦都要衡量下啲嘢值唔值啊？即系可能你卖翻出去嘅时候，跟住唔系卖翻出嗰个叫乜嘢啊？即系可能你生产得过多，跟住个市价会唔会有呢啲嘅关系？面都你实唔系太认识喎，面都净系关心自己有冇得买，有冇买到嘅啫，唔会理佢，好不负责任。有通贩咪解问题解决啊嘛，但实际上其实永远咧有通贩，就算有通贩咧，你都唔首先要上到，首先唔好冧伤，跟住同埋通贩唔系重点啊，系要受住先系重点咯。好讨厌咯，通贩成日要抢，即系无论系任何一类型嘅作品咧，即系唔好话作品啊或者公司啦，佢哋都唔会搞，好少搞受注咯。即系搞受注，其实大家咪人人安乐咯，想要嘅都会有。但系你如果系即系无论系咁样排队物贩又好啦，通贩都好啦，永远都可能会有部分嘅即系会有人拎去炒啊，或者系即系例如有啲人真系唔得闲要翻工翻学。咁佢根本就冇办法去买嘅时候，好可惜咯，你会抢唔到咯。受注咪好咯，啱啊咩咩，根本就系受注可以解决嘅问题，合家欢，即系大家都开心。你其实你如果你话受注，但系你会分批或者需要时间嘅，咁你讲声大家都会行啊，都会衡量再买。咁但系你而家咁样好惨嘛。唉，不过唔紧要啦。Minority 咧，虽然最想上嗰份，系啦，终于讲翻呢个话题，最想买嗰样嘢咧，买唔到啦。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守恒咧明明话咗唔买襟章噶嘛 ，Minority 买到成身都系襟章，系啦，仲要心谂已经节制咗，唔系。但系咧，大家听 Minority 讲，虽然咧用咗好多钱，但系咧呢、这个襟章咧，即系Minority 咧就超级无敌神手 Minority 又帮在亚人世界里面的朋友，亚人世界在故乡那边的朋友仔就帮他们抽这样，不是抽埋他们的份，然之后咧中晒咁滞咯，仲要咧有位朋友仔咧，佢嗰个推咧系超级热角嚟嘅，即系咧除非你攞到其他宇宙级嘅嘢嚟换啦，如果唔系咧都几难搞下。然后咧抽中嘅之余，仲要有三个，太劲了！即系咧但面后咧抽唔到自己嗰个咯。
有抽中自己推嘅，有抽中自己推，但系但系就唔多。即系你睇下先，睇下先，面都抽中过啲乜嘢？及下先，面多啲咧，真系有钱肯手咧，就身痕。即系好彩，最后嗰次冇再买。如果再买咧，应该但系好想抽咧。即系咧，某程度上咧，与其话系好，与其话系物欲或者点样都好咧，系真系单纯赌徒。赌徒心态，我谂佢唔系好手气喎，大癫咁样。即例如咧嗰阵时，即佢有分 A、B、C 襟咁样啦，佢呢个卡池里面。咁然之后咧，佢个面多啲朋友仔们咧，佢哋就话想要 C 组嘅襟啦，因为比较中意嘅作品咧都喺晒 C 组入面，即其他都有嘅，但系比较分散，佢哋想集中可能抽 C 组咁样。跟住面多见到一袋 A、B 组面多都有中意咯，因为顺便抽各二啦咁样。跟住咧最癫系乜嘢？抽到嘅都系自己中意嘅咯。但唔系最中意，点形容啊？哎呀，好尴尬，点样形容啊？例如 A 组咧，抽中咗自己曾经中意过，唔应该曾经中意过，即系一个好早期有玩过，但系已经弃咗坑嘅，但唔系弃咗坑，但系终有一日可能会玩翻咧。哎呀，唔可以讲到咁死嘅，哎呀，点算啊？有好感，但唔系推，系啦，冇错，系啦。面多咧好多时抽中咗有好感但系唔系推或者有兴趣但系未玩将来会玩咁样咧就会喺度心啰啰乱死啦。之前试过好多次咧直接拎咗去换啦，后来咧玩咗发现出事啦香到咧咁样，但系已经咧冇后悔药食啦，换咗出去嘅嘢咧就收唔翻啦咁样咧抌晒心口呜。于是咧今次咧就得全部 keep 住先咁样。几乎全部都 keep 住先咁样，跟住就变咗做咧，想换出去又换唔到啦，唔敢换啦，或者唔舍得换啦，换唔到啦，咁样跟然之后成身都系襟啊！而家即系拎出你有冇得拎出嚟咧？拎其中一个箱俾大家听下。贵啲。佢塞爆咗，所以佢喐唔到。数下前面咯，都一共买咗几多咧？22+8+6+5+5+2+2，几多啊？总之就都唔少啦，但唔系全部都系自己噶嘛，咁有部分都系朋友仔噶嘛，咁系咯。但系咧最癫系乜嘢？就系咧面多，即系因为咧面多啲朋友仔们咧中意热门角色，面多啲都系而我哋三几位咧分开中意嘅角色咧都几乎冇重叠到啦，而面多都抽中晒佢哋嗰啲。面多都想要嗰啲又唔系咁，即系咧，我想再抽，唔系你话，但系佢，我想再抽。早晨啊，早晨啊，火喵，早晨啊，早晨啊，虎咪，成身都系襟。笑死，是钱的声音，最啱啱那个不是全部来的，哈哈，因为还有另外有买其他东西，买了长康咯，长康呢，真是照，不是，好抵买，虽然没认真看，但是就开场前揭一揭，哇，好正喎，咁样，系啊，永远都是看完，哇，我挺好看喎，挺 P 得挺好看喎，咁样，跟住又摆翻埋咁样。跟住长康可能之后再认真睇啦，跟住面多咧仲要有埋个2020年嘅复制剧本咯，因为点解会有个2020年嘅复制剧本？点解今次会有呢样嘢贩卖咧？因为2020年佢本身话要搞，佢本身话会搞 Autopia 嘅，
跟住結果因為啱啱好爆肺炎啦，佢就只能夠取消。咁但係佢應該嗰陣時啲劇本全部都已經預備好曬啦。跟住然而因為取消咗，佢又冇地方放出去咁樣咧，唔好曬。再唔係可能佢印咗，唔係應該唔會印咗，本來都冇呢樣嘢。咁唔好曬咁樣咧，佢就出咗做決殺。好咯，咁順便收咯咁樣，因為點解咧？佢咧其中有個 title 係 Minoru 本身想睇中意嘅作品啊，跟住就得啦，俾咯錢啫嘛，俾咯都預咗要俾噶啦咁樣。尤其是心理不平衡，最想要的都买不到的时候，得啦，你俾地方面咯，都用钱啦咁样。不过所以呢个复制剧本好似是买飞的时候的特点嚟，所以唔系，所以都唔系呢个心态。个心态是哎哟，心理不平衡要抽襟咁样，想唔到立牌得抽襟咁样，想要咖喱，想要工，全部都冇得抽襟咁样，系啦，襟是可以净化你的你的心灵，虽然它很贵，但很可爱。跟着Minoru虽然抽，即没有 exactly 抽中自己最想要的那两粒，那些啦。跟着但是呢换到回来咯，即换到各一回来已经很感动。因为Minoru自知自己喜欢的都是一些很热门的，太多情敌。跟住手上肯拎出嚟同人哋換嘅，都未必話大家互相符合到個要求咁樣咧。咁但係咧，都俾面咯，都叫做話最想要嘅款都換到一粒翻嚟咧，面咯已經好感動啦，已經覺得受到眷顧同埋感受到愛與和平，居然換到，恭喜，多謝你啊！內心畫大 P， 咁大家都知咩事啦，係咪啊？系啊，跟住钱啫嘛，啱啊，钱呢啲再揾过咯，即系身外物呢家嘢，钱咧从来咧就唔会消失嘅，只系变咗做另一个形状，变咗做襟嘅形状，系啦，你哋见面多啲啊，见面多啲咧，平日难题啊。即系见面女咧 ，Papa 咧画套Papa 买套衫俾面女都有沟到襟喺度，你哋就当阿面女咧而家所有橙色嘅位置全部都系襟咯，知？全部都系襟章啦，仲要咧，其实都即系啊，系啦，你哋咁样谂啦，难得一滴，难得一滴，もっと近くで語り合いたいな、うなずいた君とどこまで。走ろうかデバイデイ乜嘢啊乜嘢啊呀呢个真係换到囉大癫啊呢、這个係呀 Minoru 已经冇咩要求啦仲要真係抽到好多热门嘅角色呢唔係热门啊点解用唔係热门啱想讲咩有兴但係啦有兴趣但係未玩嘅作品啊然之后就得 keep 咯，咁样得冇问题，买咯只 game 啫嘛，咁样。跟住呢度呢个系 Otopa 佢本身自己嘅 official goods 啊，然之后咧佢仲有 B slot 嘅 shop 咯，其实呢度面都完全唔 show 图出嚟，冇问题啊，但系唔紧要啦，大家都系听面都讲啫嘛，因为面都单唔切啲图。翻到嚟咧头痛啦，跟住食嘢好肚饿。而家食完饭之后咧，会舒服咗好多，所以应该真系饿到头痛。跟住咧就系啦，担唔切啊，大家见谅。跟住呢个我都唔系 base lock 嗰边咧，佢又有襟章啦。但其实佢嗰、那个哦，原来先行哦，哦，诶，原来佢先行贩卖嚟噶，完全冇留意到，完全冇留意到啊！佢本身系即系佢咪守住不是但啦，见到佢话有得上网订咁样啦，咁但既然咧佢有得会场买，咁梗系会场买噶啦。咁佢个襟咧，佢系因为 B Shop 呢个杂志咧，佢又系唔知几多周年咁样啦，系啦，佢又系唔知几多周年啊，冇错，面都冇留意到佢几多周年。即系十周年嗰啲 friend 啦，系嘛？唔系大癫，佢廿周年。Beastlock 創行20周年紀念，Beastlock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Bin So 佢廿周年咧，佢就出咗一系列嘅图咧，跟住就呢个 With Flower 咁样啦。跟住咧，佢就简单讲就系佢有新图，好好 J 就出出立牌啦，出襟章啦，出呢个毛巾啦。跟住同埋佢額外有其他嘅作品嘅襟章啊、立牌啊咁樣，然之後面到咧就後住得靚到飛起，面到你個腿好靚仔。係啦，跟住咧就走咗去買啦，係啦，然之後佢居然咧係冇斷到貨咯，即係你無論你幾時去咧，佢只要你排到隊上去，你都買到感動。跟住面多咧就抽啦，因為其實佢呢度咧，佢 list 出嚟嘅，即係佢今次有呢十二個角色啊，即係呢一個系列嘅圖有十二個角色啦。然之後個十二個角色裡面咧，都係啲比較人氣比較高啲嘅，或者係佢比較看板嘅角色啦，感覺上應該係啦。因為其中有一兩套自己有一套自己冇玩到，有兩套自己冇玩到，唔係咁肯定個人氣係點樣啦。咁但係都係啲比較看板嘅角色嚟嘅，即係跟男一男二 level 嘅嗰種感覺。然之後或者人氣投票咧，應該係計呢啲噶嘛，好唔好？應該如無意外，除非唔係。跟住咧就係啦。所以咧，就算面到都抽唔到，by the way，面到都勁好手氣，抽到宇宙角、宇宙級嘅嘅熱角啦。雖然面到都個推咧，只面到都抽到角一咯，即係你諗下，試諗下自己即係抽咗廿二發左右，然之後得兩粒係自己想要嘅，咁然之後有三粒係朋友仔嘅咁樣，即係然之後其他嗰啲重複咗嗰啲咧，都係熱門角，但係自己又冇玩或者唔打算玩，跟住自己最想要嘅係得角一嗰下，然之後你諗下面多咗嘅嗰個心理情感嘅唔係造福人群啊，係啦。咁但系唔紧要喎，点解咧？因为面都换到翻嚟，面都换到翻嚟啊！面都数下先，一啦，一啦，二啦，三啦，四啦，好靓仔啊！四啦，跟住咧。应该仲有喎，唔好睇面都跌咗，会喊死喎，面都会喊死喎，得啦，到你，五啦，跟住，六啦，计翻起嚟面都咧换咗六，主推换夹埋自己抽到嘅，好似有六个咯。啊！喂，即刻就哇，多咗勁多啊！咪本身一個換咗五個翻嚟 ，my god 咁樣，係人品啊，係人品啊！但係其實咧，真正如果人品好嘅話，唔係應該自己抽到嘅咩？但係換到嘅話都好啦，係嘛？你即場換到翻嚟嘅時候，咪真係等於自己抽到咯，冇分別嘅嘛，係咪先？大家同唔同意啊？佢呢个系列图真系好香，虽然唔系你嘅推啊，但真系好香，真吓、啊！但系 Yosena 面我都知道你唔系有一个同有一个系不过真系啊，你主推唔喺度嘛 ？OK， 不过唔紧要啦，就算你主推喺度咧，面我都可以。我想。你如果是主推那些应该会不会在那出现呢？不是，你应该要庆幸没有，因为面都 会抽爆，然后逼你了。早晨啊 Solo， 早晨啊，跟着是的，面都满足了这个抽东西的欲望啊，是的，即系咧，我哋讲完，哎呀，仲有买咗个立牌同埋毛巾咯。其实咧，买毛巾翻嚟都唔知做乜嘢，因为佢啲毛巾咧唔系真系抹身嘅毛巾，而系嗰啲咧好佢系点样嘅毛巾？
啊，咁样咧，佢个毛巾系点样咧？即系可能咧，睇下而家背景咁样啦。咁就大概即系你当呢张相系条毛巾咁样啦。佢系应该可以咁样 size 挂响度咁样。但系咧，佢系因为佢真系一条普通嘅巾咧。佢如果你要贴喺墙度，你要自己再预备一啲嗰啲贴咁样嘅嘢啦。咁但系个 size 真系大概可以咁样贴喺墙度咯。啊！喂，你哋断个手咩咩？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样揭人疮疤？即系，虽然系面都自己揿翻张相出嚟，系面都啲嘅问题，都系呀得，好差啊！你哋，唉，摆另一样嘢度。虽然咧唔知点解咧影得咁核突啦，但系起码叫做有样嘢俾大家睇到啊！呢个系呢个。一个咁样嘅，诶，咁样啦，去下面其实咧，好似系十五周年，侧面都冇，但系咁样，排紧物反嘅时候嘅咩啊？嗱，咁样 size 咁样贴喺度，嗱，系咪有翻啲 feel 啊？有 feel， 系。系喎，今次有冇啲图可以影翻自己入去 ？My God， 面都今次冇影到相，冇自拍到添。My God， 呀、yeah! ，完全冇喎、啊！今次得自己一个人去参展，一世都记得。你哋收声，你哋啊，唔准提下次呢期，好嬲啊！今次有冇啲图真系冇添，弊啦！咁渣噶，系咯，唔系其实本身有谂过要影啊，临走嘅时候，跟住见到全世界都排紧队嘅时候，咁就算啦，佢个队用长个，用唔系即系排得条队嚟，面都翻咗基地咯，咁样，夸咗少少，但系系咯，跟住就都系唔好攰，好肚饿咁样，跟住就走咗啦。系咯，即系如果排埋队嘅话咧，应该开唔到台噶啦。太开心啦！系啊，完全冇一件事啊，记得咗啊，好满足啊，面都换到啊，耶咁样，换到推咁样啦，好开心啊！即系咧，又明明咧最推嗰个咧，今次都冇出现到啦，但系咧另外喜欢个三，即系主要咩啊？踢想要个三围咧，面都换到翻嚟咧，换到各一粒已经好好嘅啦。虽然啊，另外有套作品又系中意几个角色啦，咁但系换唔到翻嚟就算啦，咁样呢、这个就系、关于呢个物反嘅呢个哈兹利肯同埋神手面奈德嘅故事啦。好啦，终于讲咗成粒钟，终于讲完个开头，净系挂住自己系咁句咯。有冇人揸机系咁句啦？呜，系咁句啦。呢个点样啦？呢个点样啦？咁就我哋买完嘢啦。睇翻先。死啦！面膜都虽然话咧会 net up body 啦，但又唔想真 net up body 得太紧要。得唔得噶？直接可唔可以讲话佢啲朗读剧做嗰啲咩嚟玩嗰啲咩游戏咁样得唔得噶？尴尬，处一个非常之尴尬嘅线上面。但面都咧整体嚟讲咧，呢三场，记得好似有几个位咧系真系喊出嚟咯。有一个位系肯系啲眼泪停唔到，叭叭叭咁样。然之后有种你行翻去，有种你行翻去嗰阵时行路会跳下跳下嘅 feel， 砰砰砰咁样，乱乱咁样嗰啲啊嘛，系嘿嘿，咁就今次啲朗读剧都好正，其实佢次次都好好，点讲咧 ？Otopa 佢嘅朗读剧，佢嘅特色咧，佢多数会有两大种风格噶咯，你计翻起嚟。一种咧就系、是、佢会系好严肃嘅，真系会俾你睇到佢好认真嗰个故事里面
大概个世界观系点样啊，啲人嘅关系性，你会其实全部都会睇得出嘅，但系会比较贴近翻故事里面嘅嗰个气氛啊。咁然之后有啲咧系好明显系戇鳩，有啲好明显系傻仔剧本嚟嘅。可能例如话佢冇办法讲一啲同本片有关嘅嘢啦，但佢就抽咗佢哋出嚟做啲傻仔嘅嘢，系啦，喺度讲傻仔话题啊咁样咯。点为傻仔话题咧？例如话以前试过啲乜嘢咧？以前的劇本裡面，哎呀，之前的傻仔劇本又想不起，因為今次太傻仔了，已經有一兩套太傻仔了，覆蓋了麵撈撈的那個印象，現在的腦裡面只剩下這兩天的傻仔劇本，還有一些很嚴肅的劇本，即是它的 balance 是厲害，即係唔得，而家個 normiso 嗰個老將咧，面都而家係一劈嘢，已經組織唔到一個正常嘅話題嘅一個詞彙，即係本身已經冇詞彙可以講噶啦，跟住又要唔想劇透大家喎，但其實咧面都唔知道有邊啲係劇透啦，即係劇透咗自己，因為面都話啦，佢十二個 title 裡面有玩過嘅係得五隻咋，仲要唔係玩曬啊！咁喺呢个 situation 里面，面都又点会知道点样去到边度为之剧透咧？但你话透咗 event 嘅内容嘅话咧，咁就会嘅。大家想唔想听？一个等下先，弹咗出嚟，开翻个呢个。唔 work。早晨啊，神田。唔 work 啲咩啊？你又好，系啊，我都未到 party 正啊！如果你要搞月女向嘅咩，就建议你偷下试。哟，嗨，早晨，好耐冇人握个手，听日要翻学瞓先。Oh my god， 早唞啊，辛苦晒，唔系，早晨啊，钟万山嚟握个手先，听日要翻学瞓先，早唞啦，辛苦晒。系喎，而家十二点啦，十二点，我要走啦，你要走。系喎，十二点咯，不过唔紧要啦，早唞早唞。你唔系就我顾问咩？都系但系真系要啊 ！My God， 张万山都认识啊，系啊，新灰姑娘耶！系咪就系强面咯？都系顾问咁，但系你唔可以全部靠晒顾问噶嘛，你要自己有你嘅思考，有你嘅判断能力。同埋咧，你要系啦，大家建议一齐组埋一份吓、啊，要面都都 handle 噶，可以。但面都都唔打算做顾问，我可唔可以做斋坐喺度食粮嗰个啊？我唔可以做评审啊，即系咯，面都都唔想做教练，我想做食粮嗰个。啊，冇，但系做教练系咪可以食得多啲粮啊？都笑啊，可唔可以 both 啊？即系嗰啲乜乜老师咁样，跟住阿实老师。以前教过你哋，以前面都讲过咧，系呢一个点样讲好？嗱，我哋呢个去咁样咧，喺如果你要讲呢一个心跳令人美隆 Q Bardo 系啦，冇错，喺呢个 Automated Party 里面嘅呢个读台词嘅呢个，其实某程度上系一个惩罚嚟嘅。佢哋玩 Variety Corner 输咗嘅话咧。嗰一组声优咧就要抽呢个 Melon Q Word， 咁就系、是叫做即直译就系心动台词。咁就你要读呢个心动台词咧，就系、是、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惩罚，对于观众嚟讲系奖励。咁喺呢个读心动台词，面多咗咧可以教下你哋读呢个心动台词嘅时候咧，应该用咩语气啦？应该要点样去讲啦？然之后就喂，咁咪可以食好多粮啦。有冇潜规则？吓，唔可以咁啦。知唔知会潜规则人嘅只有导演先会潜规则人。某一只粉红色嘅导演，佢啲呢个自我介绍定唔知初配嘅时候，先喺度讲话会潜规则人哋。面多咧就唔会做啲咁样嘅行为嘅，面多咧就会大大声讲好食。系啦，咁样咧，例如啲咩咧，可唔可以讲几个又抽人水？老师都有啲加分潜规则，咁啊，咁你把声好听就加分噶啦，使鬼潜规则？
使唔使一路火車一路讀？點解要一路火車一路讀啊？咩一路火車勁攻勁攻勁攻？嗯，捐山窿呢個咧，講到邊啊？講到邊啊？係咯，面都好似冇記錯咧，有三個地方咧係喊出嚟咯，睇到。但係 exactly 係邊三個位？面都而家淨係記得兩個位咯，點算啊？咁就睇先，睇翻有咩朗读剧先。嗯，啊，佢哋排队读嗰个千手观音嗰、那个火车啊，嗰个即系晒喺度揈揈揈揈揈嗰个啊嘛，啊，原来嗰个系火车嚟嘅。今年冇啊！今年咧，佢哋系有个好细嘅台仔，一个即系嗰啲踏脚嗰啲咧，有个好细嘅圆圈嘅咁样嘅嗰啲 stone 嗰啲靠得嗰啲一个箱仔咁样啦。然之后就摆喺嗰个 mark 度，即系个台中间啦。然之后佢哋就抽呢、这个司仪会抽边个读咁样，即系嗰度输咗啦。然之后就会有个箱俾你，里面抽波波咁样就抽翻啊。而家系冇啲高波生咁样嘛，奥利加咁样，跟住就自己出去读咁样咯，即系读抽到啊系呢个声优，然之后就佢出嚟就喺个箱里面就抽翻佢要读嘅台词，再企上去就开始佢嘅表演咁样咯。所以就冇嗰只歌仔唱，之前真劲好笑咯。今次就好喺呢方面佢真系抽顺序，就冇话自荐咁样嗰啲咧就。公平是公平的，少了一样嘢睇。但今次咧，三场都有人有好笑喎。佢玩 Variety Corner 嘅时候咧，咦，讲咗 Variety Corner 先得唔得？一照讲咯，而家都讲到咁。跟住三场咧，佢三场里面有两场玩嘅游戏一样嘅，但系真系好好笑，所以咧，所以系OK 嘅。好似琴日系唔同嘅，琴日嗰个系类似呢、這个。早晨啊，导演。你好啊，早晨啊，兔泽英啊，讲紧边个？冇啊，粉红色嘅导演会潜规则人噶、啊，系咯，系边个咧？系咯，咁恶劣都有嘅，实在真系边个保存？喂，边个保存？边个？喂。咁样咧就系啦，呢啲 con 啊，咁样咧呢个琴日嗰场咧好似系类似 OGD 咁样 ，OGD 即系咩咧？即系总之佢有一个好大嘅题目啦，然之后就佢会漏咗啲窿窿俾你嘅，然之后你哋就填一个答案出嚟，然之后嗰样嘢系要好笑嘅，咁样嘅意思嘅游戏，然之后就斗好笑咯，我哋观众就会用掌声嚟表示边一个好笑啲咁样，咁呢个系第一日嗰个游戏，然之后第二日呢两场嘅游戏咧系嗰啲 gesture 嗰啲嘅遊戲咯，即係佢俾個題目你，誰是卧底咁樣，跟住就四個人做動作啦，然之後有三個做一樣嘅動作，有一個係唔同嘅咁樣。咁題目咧，實施間啲嘢啊咁樣啦，唔係可以講嘅，但係好似冇咁好笑，因為面都講埋個題目，就會講邊個人做過啲咩嚟咁樣。啊，唔係好想講啊，佢哋好好笑啊，不算啦，呢個唔講住，而係咧佢哋因為他們好像是四盤兩即是對每題十分，跟住玩了四題這樣咯，跟住呢他三場呢他都是打和咯，跟住呢記得玩了好多年，他是他可能形式改了一點咯，他不是 exactly 完全一樣，可能因为今年的主题是 musical， 然后他改了那个 presentation 的方法，但其实你知道永远都是里面内容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贴题的贴题的，跟着年年都笑死，是啊是啊，他每年那些都好笑，还有他之前十周年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揀回以前最受欢迎的来玩，跟着那次笑到傻了现场。
呢个乜嘢？即系咧，今次可能始终你本身要忍住唔好大笑咧，冇咁笑得咁开心咯。但系唔系 ，O K 都系好笑。而系嗰、那个叫乜嘢啊？系啦，咁然之后咧，佢打和嘛，咁点算咧？佢又唔可以两队都读美东 Q 娃度，虽然好想，但系佢哋时间方面唔允许啦，同埋规则方面都好似系一定要分胜负。跟住点啊？跟住佢哋抽包拆包剪揼包剪揼咯，佢哋呢个嗰、那个，但系与其话包剪揼系重要，西咗嗰个争 game 波，阿姊妹哋开，阿姊妹哋开咯，佢哋玩三场喺度，阿姊妹哋开。仲要咧，佢真系好好笑咧，喺度话自己好老啊，后生仔嗰个 speed 我哋跟唔上啊，咁样咯，跟住就喺度揾啲后生啲嘅上嚟喺度猜咁样，即系唔系即系比较新人啲，即系例如第头一次或者系冇乜点上过 auto part 嘅声优俾佢哋出嚟表演下，唔系表演咧，即系叫做一齐玩啊咁样咯。佢哋今次咧系成日都喺度啊黑白配系男仔女仔配啊嘛，嗯。跟住咧，喺度俾佢哋叫做多少少嘅发挥空间咧。今年好似成日都强调话，新しい風咁样咧，希望可以带嚟一个新嘅风气咁样。唔知点解今年大家成日讲呢样嘢，其实但系啲比较三对面咯，例如讲三面口嘅声优咧，佢哋全部都好香嘅，点算咧？面都劲潮咯，都听完佢哋即系睇佢哋一个 event 咁样啦，即系睇佢哋玩游戏啊，然之后睇佢哋呢个叫咩咧？睇佢哋朗读剧咧，然之后系，suki， 你都真系劲容易心动咯，救命，好香啊！跟住原来唔怪之咁有人气啦，呢只 game 或者呢个角色咁样，明了师傅明白了咁样，得俾钱，虽然而家冇，但系俾咁样。其实有黑白配之前只 game 叫咩名？又系喎，其实叫咩名？神田知叫咩名？但系其实会唔会咧？本身只 game 叫黑白配，然之后于是嗰个零食先至叫黑白配咧？有冇呢一个可能性？有冇？跟住呢个乜嘢咧？草嚟咗你提贴疏，唔系，面都都在意喎，唔紧要。但其实面都咧自己未都组织，都唔知讲到边，本身自己走咗去饮嘢都唔记得咗。系啦。好傻仔咯，佢哋好可爱咯，啲声优全部都，跟住系咯，即系同埋，就算系好新，即系新面孔嘅新面孔，系一个字啊，系新面孔，三面孔，新面孔，新面孔定三面孔定，唔系好似两样都可以，咁冇乜点。见过或者系哇，今次真系几多生面口一样啦，系咁样咧。嗰啲冇嚟过或者系系啦，总之一样啦嘅咁样嘅人啊，好奇怪。咁样讲好似好凌转以往冇点样出现过新人，但其实人哋都唔系新人，觉得好尴尬。点样讲算啦，咁样咧。比较系咯，今次真系好多第啊夏之生噶第一次出场，哎呀咁样得咯，系啦，有好多第一次出场嘅人啦，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咧？系啦，今次第一次上去，系啦，第一次上去，今次有好多第一次上去嘅人喎，嗰一六个都系做冇啦，你哋知咩料啦？知咩料啦？
跟住咧，嗰啲第一次上去嘅声优咧，你知唔知道最出奇系啲乜嘢？面我都完全冇发觉到咯，佢哋唔讲都唔知啊！原来咧，阿 Monesia 即系相信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失忆症啊，即系就算你冇打到乙女 game， 冇接触开嘅话，应该都有听过嘅。阿 Monesia 嘅 Ikisan 嘅声优咧，呢个 Kisho-san 咧，谷山几丈啊，佢咧原来系第一次正式上我 top part， 即系以往可能有出过 video 题目啦，但系原来佢系第一次上嚟噶咯，系咩？第一次咩咁样？跟住就话喂，佢成个好似成日都喺度咁，但系其实佢第一次上嚟，跟住吓第一次咁样咯，太癫 ，Ikisan 咁样咯，原来 Ikisan 冇上过嚟噶。但系 Amnesia 好似成日都好多人咁，好叠马噶，叠水喎，叠马叠水搭水，好多人噶喎，永远都咁样咯，惊讶咯。但系佢真系好 J 啊，搭马系咯，搭马噶嘛平日，系搭水系钱，搭马系人，唔系叠水，叠水，算啦算啦算啦，算啦。有种错觉全员有出现过，冇错啊！明明咧，明明 Kanto 神系冇可能出现嘅，但系下面咧年年都有，年年都唔齐人，冇可能齐人系列啊，喊出嚟！但系佢其实好似系咪年年都有？有几套作品系几乎年年都有，唯一肯定薄英怪一定年年都有咯。即系咧，系咯，系啊。但今年咧朗读剧咧，薄英圭嘅朗读剧好好笑。我哋永远咧，我哋都会讲笑话佢抢老婆啦。但今年咧，其实佢今年有抢老婆，但今年佢冇抢到老婆，你哋明唔明啊？你哋明唔明啊？冇人明啊！施石有心之年，阿 Minor 都系咁讲咯，施石个场。佢咧一嚟咧，即系大家咧每一个声优出场，即系自我介绍，跟住都会讲下今日有冇啲咩 ikigami， 即系今日呢一场有冇啲咩嘢想讲啊咁样。然之后咧，佢都要讲，佢即刻大嗌：喂，Namikawa-san，跟住Ishida-san咁样咯，等你啊咁样咯，听唔听到啊咁样咯。佢每年都好执着啦 ，Minor 咧，佢每年咧 C set 一上到嚟，佢都讲：我想齐人啊！你听唔听到啊？我哋争你啫咁样。跟住仲要唔知点解今年咧，喂佢哋好多作品嘅声优，佢哋都 Neo 或者喺度会好似喺度讲。希望大家以后都多多支持我哋将来嘅新嘅发展啦，我哋可能有唔同嘅展开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咁样咧。讲到好似全部都有机会有续作咁样，我哋呢个咧好似上年十周年啦，我哋啱啱今年六周年咁样啊，将来咧希望可以有其他嘅作品啦，听唔听到啊？官方咁样咯，佢哋好多都系咁讲咯，究竟系个梗啊，定系其实佢哋喺度尝试渗少少嘅出嚟，一定系单纯地单纯地俾假希望我哋假希望都信住先得唔得啊？今年啲朗读剧真系好高质，点解咁讲咧？因为面对咧，尤其是咧你净系需要讲呢、這个薄英鬼咧，面对之前去过两次 Automata Party， 两次。都因为舟居劳顿，劳动瞓得个即系凌晨始发就去排队咁样咧，咁就完全唔够瞓啦，咁就好啦，籍口嚟到呢度，咁就系薄英鬼咧，面对咗之前嗰两年咧劳顿 ，OK， 咁样咧。舟居劳顿，永远去到薄英贵嘅朗读剧，都会唔小心恰着。但今年冇恰到，今年冇恰到，今年面都冇恰到啊！耶，好叻啊！但系同埋因为佢真系好笑啦，今次好有内容啊！我唔系好有内容，即系讲到好似之前都冇用，唔系即系咧
个噱头好少。佢咧今次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带大家去游历佢哋嗰个团所啊，佢哋个佢哋新选组一博应该系讲紧佢哋新选组嘅故事啦。同埋，因为其实佢而家系出到真改咧，即系应该其实佢加多咗好多嘅新角色啊，同埋有啲类似前传后传咁样嘅时间轴嘅故事啦。面都唔系咁清楚，面都净系玩个本篇咋，所以咁就唔知嘅，仲要个本篇净系玩过一条线，所以唔系咁肯定啱唔啱啦，但应该都冇错噶啦。咁样咧，佢今次得三位圣友啦，咁就变咗做佢哋带大家游去睇呢个团，佢哋嗰个即系好似佢哋基地咁样咧。就是参观他们的基地，然后呢就弹了其他的角色的立绘啊，立绘出来了，就觉得哎呀，我们见到有这个人存在，我们不用理他的这样。好像呢，好像他跟游那些动物园一样，他特地是个剧本写得好像去了动物园一样，哎，大家小心点，不要激怒只马骝这样，大家不要伸只手出去这样，你 不刺激到他就没事的了这样。这个就是今年博英鬼的那个。嗰、那个剧本系啦，跟住雷顿讲到好似嗰啲隐术咁样，跟住Amnesia， 早唞啦，早唞啊，火喵，早唞啦，跟住算啦，面都都讲，净系识得雷影，唔识面都呢，其实零识。但是什么来的雷影？跟着这个播音鬼是这样啦，跟着 Amnesia 就是他今次是都是在这个铺头里面的故事啦，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个 Medonosis 那个 Kissa Den 他们那间 cafe 里面的嘅场景嘅故事啦，咁就 Wakasan 即个店长咧，佢就呢个谂咗啲企划，然之后就想其他人帮手宣传，咁啊俾想有其他人一齐玩咁样，跟住咧但其他人都会唔肯制嘅，因为咧一定服咁样，咁但系咧俾威逼利诱之下，佢仲要系啲咩事咧？面都想要讲下啊，早唞瞓先，早唞啦，约咁样咧就佢就话：诶、欸，我手上面而家有张飞可以去呢个游乐场、哦。哎呀，而家好受欢迎咧，好多人都想去嘅，但系佢限制咗买飞咯。咁唔系个个人都买到飞噶。哎呀，如果你哋帮手嘅话，呢张飞可以俾你哋嘅。咁啊，拜托，而家系 Netflix 拍紧。如果大家啊，系面多都一路系面多都而家喺度直接讲紧嗰个 story， 讲紧啲乜嘢？どうしようかな。問ネタバレ注意って書いてあるんだから大丈夫かな。都講咗話ネタバレ都會ネタ呢個劇透啊，大家event 劇透係啦，面多都唔透個故事，但係透 event 得唔得？咁係啦，大家自行避雷啊。雖然而家已經講咗一個啦，繼續講埋佢啦，唔爭在啦嚇。咁樣咧，佢就變啦，係啦。咁 Wakasan 咧，隻色，鑽色咯。咁大家想要咩色啊？鑽紅色，好似惡得滯。係面咧就咁，好似鮮紅色，好似惡得滯咁樣。嚇咩？我唔覺得幼稚。哪呢？呢隻色可以喎，又好似太過惡咯。系啦，咁然之后就话有呢个游乐场嘅飞，假如咧你哋肯帮手嘅话咧，咁就面多唔系面多啲。假如肯帮手咧，咁就店长我啊，我就会俾你哋即系可以同你安排一下放假咁样咯，不如调更咁样啦，你咪可以同女主角去拍拖咁样。跟住然之后，大家就即刻咧，明明咧唔想参加咧，都好，我要参加咁样。咁但系参加啲咩咧？就系玩，应该佢哋应该系 TikTok 咯，叫咩 TikTokmator 定唔知系 Auto Tik 咁样嘅嘢啦。跟住咧，跟住之后咧，面多都唔讲其他人啊，净系讲面多都个腿，面多都咧就系咧听到喊咗出嚟咯。
系喊咗出嚟啊！系咩事啦 ？Minoru 咧，即系听先讲啦。咁佢佢嗰句咧，讲个早晨先，早晨啊 ，Kumo， 冇咁黄色冇咁黄，同我一样。咦？唔紧要，紫色嘅衬翻个故事，唔系衬翻故事，衬翻嗰个今次个主要颜色啊，好似都系蓝色紫色咁样，好似平衡啲。小心三前生活自清咗面多啲，唔会啦，面多啲醒目噶嘛，点会啊？面多啲平日都系叫自己做面多啲嘅话，咁冇话三唔三次元噶喎，系咪先？冇呢支歌仔唱，早晨啊，哥喎。咦，咪讲咗咯。好啦，我哋讲翻呢度呢个咧，系啦，咁即系咧，先咧本身系谂住唔得，我要走，咪搞咁样啦，吓，等先，Minoru 都删咗个声先，嘿，即系咧，先佢系唔系佢应该系点样讲嘅？唔系我唔得闲，我都系走先，咪搞我咁样嘅，咁样嘅。嘅 tension 啦，但系佢听到话，可以调更啊，跟住同埋可以同女主角有机会去拍拖啦，然之后佢，唔得，我参加咁样咯，即刻就话去参加呢个傻仔计划，好得意啊佢，跟住然之后咁个计划系点样咧？就系佢哋即系好似 TikTok 咁样啦，应该系啦，虽然面都你冇睇啦，跟住佢嗰个 image 应该就系佢换衫换几次衫，然之后咧就会 show 就会 show 一就会讲一几句台词出嚟，即系嗰啲就系心动嘅台词咁样嘅嘢啦。或者与其话心动台词，应该系佢想对女主讲嘅嘢咁样。咁然之后咧嗰度佢同女主角讲嘅说话咧，面都系听到哭了，系真系咧，完全系即系咧，面都咧全日咧，除咗拍手之外咧，对手就系咧，好似即系嗰张修女图咁样咧，双手合十，唔系十合十，即系十指紧扣咁样咧，摆响心口前面咁样咧，即系祈祷咁样嘅咯，望住啊，好香啊，升天啊，咁样咧，全日都系咁样啦。咁系呢个状态之下咧，喊晒。佢讲啲咩？其实咧系好常有嘅嘢嚟噶，但系咁系点？但系咧真系好心动，咁心动感动。咁系咩事咧？因为首先要讲一讲个前提系乜嘢咧？先咧系细女主一年嘅，即系咁青梅竹马啦，青梅竹马，大家青梅竹马。咁样咧，系青梅竹马啦，但系佢细女主一年嘅。咁喺个原作里面咧，女主去大学一年级啦，然之后系嘛？我已经唔记得咗佢大学一年级定二年级啦。佢啊，先佢系读紧 UB， 佢系预备考大学，系啦，啲记忆翻紧嚟啦，好似系咁嘅，好多年前嘅事啊，唔记得啦，唔紧要，大家将就一下，总之争一年就一定系争一年。咁然之后咧，系啦，面多咧，你哋唔使担心，面多咧真系识咗 BGM。跟住咧，佢系佢嗰个大概讲话但咁啊变咗做面多都台词会啦。佢意思系话呢个，如果我同你系同学嘅话啦。唔系啊，佢讲咗啲乜嘢啊？佢系话，即系如果即系如果我同你系同学嘅话咧，咁我会借我可以同你一齐读书，跟住可以同你一齐做功课，但系我唔会俾你抄嘅，因为咁样帮唔到你噶嘛。咁但系我会教你读书咯。咁然之后你，因为你一定做到噶，因为你也呢把地基率高。唔得，面多咧唔得，即系咧面多咧，而家系意译啦，同埋佢唔系咁样讲，佢语气唔系咁样噶，同埋佢再长少少咯，嗰啲句子，但系意思大概系咁样。面多咧系第一句讲话，如果我同你系同学，面多咧已经喊咗出嚟啦。
个年龄差，这么近那么远啊！都是我自己。仲有咧，面多咗咧，嗱，讲明先，面多咗咧系唔系好少中意年下嘅角色嘅，即系个手臂范围咧，多数即系系即系青梅竹马啦，然之后一系同龄啦，大一年或者系最多两年咁样，两三年就即呢种啦，咁样咯，跟住咧，但系真系好少会有中意年下嘅角色，但系佢真系例外系列咯，喊出嚟，如果我同你系同学嘅话。佢点差个少少咋？真系个少少咋？即系 ，Suki， 我日仲谂住唔提你，草建议讲唔出交俾我，手皮啦，神田，你要喂，唔好意思啊，你。唔好意思啊，呢句你要谂下先讲出嚟啊，似唔似啊？喂，系小啲明啊，我唔知。仲一明点解会喊啦？中晒喊出嚟啊？喂啊，系咪真系喊出嚟啊？咩叫防御力真低啊？唔系咯，冇啊，唔系咯，咁因为真系好好食啊嘛。大癫，乜嘢啊？乜嘢啊？神田，手臂啦，神田好真心，醒，乜嘢啊？好清醒喎、啊，面都真系好清醒啊，好清醒啊。跟住仲有啲咩咧？系啦，咁然之后佢结尾都系啲好笑嘅结尾啦。咁呢个可以面多都尽量唔讲晒出嚟啦，面多大概讲个大纲同埋有边个位面多觉得好好笑或者好中意嘅位俾你哋听咁样。咁第日如果你哋有兴趣嘅话咧，睇 Blu-ray 嘅话咧可以睇翻咁样。虽然应该都冇乜机会，但系面多都始终唔系咁想直接讲晒所有嘅嘢，而且咧最重系咩？面多都唔记得咗啦，已经唔记得咗最即系佢真系每个人 exactly 讲嗰啲乜嘢啦，大纲啦，大纲啦，反正贴咗个 Netobody 超人。响度应该冇问题咁啊，系咪先？跟住面都冇跟顺序出，冇跟出场顺序，而家单纯系睇紧呢个官网嗰个 performance cast 嗰度睇翻大概有啲咩作品讲紧啲乜嘢嗰个朗读剧，因为佢唔系完全个出场次序有 shuffle 过噶嘛，即系播咗啲朗读剧先，跟住有歌手嘅表演啦，然之后有 variety show 啦，跟住即系有卡拉咁样噶嘛，咁面都冇 exactly 记得住嗰个流程啦，但系大概嘅内容记得嘅，趁而家仲记得。好啦，咁然之后下一个咧系呢个 Shalemani 系嘛，好难读啊 ，Shaletto Maniacs。咁样咧，佢面都有兴趣咯，好似人狼 game 咁样噶嘛。记得佢系话呢个 selling point， 唔系 selling point， 跟住故事系人狼咁样噶嘛。咁但系佢呢度系故事系讲啲咩咧？今次嘅朗读剧咧系呢个整甜品啊。咁就讲话女主整咗甜品俾大家，但系咧前一日咧有几个傻仔咧就食晒，然之后佢哋就好唔好意思咧，就谂住啊要整翻出嚟赔偿啦咁样，跟住系啦咁样嘅一个大纲啦，跟住就系咯。是好几可爱咯，又好得意咯。有阵时里面呢、這个今次呢度有出场嘅呢、這个 Thomas Kun 咧，佢系冇记错，佢系青梅竹马系啦。面多咧净系会记得呢啲嘅啫，记得佢啊，佢系青梅竹马喎咁样。跟住佢气氛相对重少少咯，即系唔系气氛，即系面多都佢占喺面多都个记忆里面个气氛啊，定静一下先。佢讲啲咩？即系佢系好可爱咁样咧。佢系话唔系。有得谂住整曲奇饼啊嘛，嗰啲 icing cookies， 跟住喺度话啊呢个我想要整，食咗先。呢款
想要整整呢个动物嘅图案，可能啱佢，佢会中意。跟住咧，佢系即系仲要咧，佢系读得，即系你会 feel 到咧，佢系充满爱啊，好甜啊！即系咧，你唔需要闻到有阵曲奇味，都觉得哇，好空气中弥漫住一种甜甜嘅气味。即系虽然咧，佢哋好似最后系啲曲奇好似焗和咗啦，但系你 feel 到好甜啊！佢啊～这个整完啊，这个送给他，那可以整一下其他款式给其他伙伴，例如说讲起某人，他就好像狗那样，这只犬这只狗仔就整给他啦，他就好像猫就整猫给他啦，啊，这样可能我真的受到他的影响，我开始都想要相信其他人啊，咁嗰啲咧，即系因为佢又系嗰啲好有疑心、好重嗰啲人啦。跟住之后啲女主咧就系啲好相信其他人。世界都系唔系？其实面多都冇玩到只 game， 面多都系睇样讲嘅啫。可能 up 错咗嘢咧，就唔好意思。即系面多都单纯地睇完个朗读剧之后 feel 到嘅嘢，就觉得啊，青梅竹马几香喎咁样。但系佢同埋呢个马摩都山啊，原来面都而家先知道，原来佢嗰个名咧，佢原来系读次卡萨奇咯，即系啲汉字咧，全部转晒啲字，但其实读音都系正常读音嘅嗰种咧，即跟住就哦，终于识读啦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咧又系啲好不可思议嗰种角色啦，点样不可思议法咧？即系唔知点解焗个曲奇饼，佢可以焗到个曲奇饼识喐噶咯，跟住佢喺度去嗌个曲奇饼，嗌个曲奇饼，咩曲奇先生咁样，你放过佢啊咁样，唔知咩事咁样，好奇怪啊，好傻仔咯，究竟系面多都个形容有问题，定系本身好傻仔咧？其实系咪 both 啊？不过唔重要，总之就系当汤姆蛇喺度 decorate 紧啲。啲曲奇饼嘅时候，后面嗰两喺度不断喺度叫咯，啊救命啊咁样，跟住唔好啊咁样，然之后前面嗰人就喺度啊呢、这个好衬佢啊咁样，好傻仔啊成件事好得意啊！但系本篇冇记错，应该都系冇咁多日常嘅，即系好多时咧，我 top 就会好欢乐咁样啦，佢哋。但喺本篇嘅故事里面，多数都系好深刻、好严峻咯。点解会用个裂字笑啫？啊，张教授就真系睇你，冇错冇错，就系谂乜？点解会用呢个裂字咯？毛加裂咁样，马加利。跟住系咯，但系佢读刺加萨奇咯，跟住说哦，刺加萨奇的，哦咁样，原来系刺加萨奇。四分马加烈马加烈系啦，咁呢个就系 Shanet Money 呢个有兴趣玩啊，佢移植咗做 Switch 啊嘛，跟住有兴趣买，有个朋友即都系劲推荐咯，系啦，俾大家 for your influence， 多谢你啊，断骨兽，冇错，就系呢个刺家实剑猫魔猪，声优狼川大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跟住咧，跟住仲有呢个Sandorion Palika 咧，面都劲有兴趣玩咯。即系佢当初话要出嘅时候，其实已经心喐喐咁样啦。但系 miss 咗佢嗰个特点咧，就觉得啊，买唔到特点又好似唔急咧咁样。因为单纯咧好中意个 art style 啊，系咪？单纯啦，系啊，面都眼贴啊，吹咩？是咁啊 ，Minoru 咧买 game 咧有冇讲过一样嘢？好似冇讲过。Minoru 买 game 咧其实系好简单嘅啫。首先咧睇画风绘师，跟住咧再睇个人设，跟住睇声优人设一齐睇，跟住再睇下故事，个故事立一眼。哦，好似几香咁样，跟住再望一望官方嘅 gallery， 好香，跟住就买咁样啦。跟住就系啦，呢、這个就系面多啲嘅买 game 嘅呢、這个决定嘅因素咁样。
啊，望下剧本系边个啊？最近都会忙啊，最近最近都会忙，但系大话就系最近其实面都到呢排都冇买 game 嘅时候，但系开始会认得写剧本嘅人咯，开始会认得啦，认得两三个名。唔计月女 game 被阿 Star 吓呃咗好多次，诶、這个真，但系你要对人类仲要存有希望。有阵时咧，的确好似咩咩所讲，你如果唔睇剧本，你斋睇阿 Star 你好惨。有啲会师咧，佢接嗰啲佢画全部都好好睇嘅，但系个 story 真系垃圾嘅时候咧，你好抌心刻喎。点解佢接亲啲 job 都系咁嘅？点解啊，老师咁样咯？即举个例啦，咁样即有咁样嘅存在啦。咁就系啦，咁我哋讲翻山多啲安帕利卡咯。咁佢咧系讲佢嘅故事系佢啲佢最出名系啲乜嘢咧？你哋咁望一望咧，佢哋啲角色人名咧，全部都系啲其他嗯嗯，就唔系其他 name， 而系你就咁睇真系唔知点读嘅名嚟嘅。所以咧，佢交换嘅时候就会心谂大佬点打，即系点叫咁样。咁但系咧，呢、這个唔系重点啦。佢今次咧好可爱喎，今次叫咗呢个亚斯罗君啊，定亚斯罗君。八代托咧，佢今次系呢一场系佢第一次出现啦。但系佢好可爱喎，佢嗰个角色，佢嗰个系应该就系一个妹控嘅阿哥啊。然之后就系、是、呢今场就系佢俾人压，无端俾人抽。滴咗去佢唔知本佢哋嗰啲基地定本部咁样嘅地方啦，然之后就好惊咁样，跟住咧佢就突然之间咧好齐人，即系其他人出咗嚟啦，佢就无端端咧个话题变咗做话，唔得，我要 interview 你哋，睇下边个衬得起我妹咁样，我要睇下你哋有几咁锡我妹咁样咯。跟住咧，即系佢明明咧，成个人咧系嗰啲，唔系，对唔住，oh my god 咁样咧，嗰啲劲贫能咁样啦。但系咧，佢系对住个妹咧，即刻成个人咧系劲点讲好咧？即系真系妹控嘅极致咯。咩？例如啲咩咧？例如有个位好好笑啊！呢、這个 Natora， 有对兄弟啦，有个叫。细佬叫 Natora， 然之后阿哥叫 Lindo 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哋两个咧就唔知点解一齐 interview 咁样咯，笑死！咁然之后咧，细佬就讲话我咧如果我有啲乜嘢如果你错，佢讲咩我咧我最中意就系见到佢笑噶啦咁样，如果佢。佢有啲咩想要嘅，我都会满足佢。佢就算想要食我最中意食嘅糖咧，我都会俾佢嘅咁样啦。即系佢呢个角色就系嗰啲傻仔嚟嘅。佢讲到明咧，即系其他角色都会当佢系傻仔咁样，即系但系佢系嗰啲即系劲乐天嗰种咧，小条筋咁样咧，俾人串都唔知嗰啲咧。跟住然之后好 pure 好 true 咁样啦。然之后个哥哥就啊好神啊，好好啊，果然咧，有啲咁純真可愛嘅人咧，襯到我妹咧，唔錯咁樣啦。跟住咧，然之後就個阿哥咧就個 Lindo 神咧，佢就話如果係我同個細佬啦有一樣嘅諗法，咁但係我咧可以滿足到佢金錢上面，可以滿足到佢，佢要啲乜嘢我都可以買俾佢咁樣啦。哦，有錢好啊好啊咁樣啦。跟住唔知点解咧，佢哋讲讲下就话咩？阿细佬就话：谂到啦，我谂到一个好嘅办法啦，只要我哋三个一齐结婚咁咪得咯。咁我就可以同佢一同同个女仔一齐，亦都系同我阿哥一齐啦。我哋三个人好耶咁样啦，我好叻啊！然之后个你讲得好啱啊，细佬，我同意啊咁样啦。然之后咧，跟住女主角阿哥咧，佢就即刻劲激动，黐线唔得咯，点可以咁样噶？你哋全部 DQ 啊 DQ 咁样，好可爱。即系明明全肯定啦，跟住咧，然之后我听到你点可以咁噶？你哋唔可以，你哋走啊！即刻同我躝咁样咯。仲要咧，明明咧嗰个
嗰個哥哥咧，佢本身係好驚呢兩兄弟嘅咯，但係佢對住一講起細妹咧，即刻成個人癲咗咁樣，唔得你同我攣咁樣，鬼圈真亂，嗰對兄弟好黐線咯。跟住誒，仲有啲咩咧？仲有啊，仲有 Ulan 咯，有個叫 Ulan 嘅。佢咧誒勁可愛咯，即其他人咧個個都 interview 啊嘛，個個都或者係被逼一定要講幾句咁樣啦。然之後咧誒，佢咧一路去到最後咧，大家誒、哎、我哋講完就翻歸啦咁樣啦。然之後佢話嚇冇我份㗎咁樣啦，跟住反而佢好堅持佢要講，你哋講個個都講曬，我冇理由唔講啊咁樣啦，好好笑啦，好得意啊佢。系啦，呢个就系山多利安帕列卡，佢系对上一次2019年嗰时候都有出场咧，冇记错又系好有印象，又系 Natola 喺度大嗌咯，跟住其他都唔系咁深刻印象，净系记得佢喺度嗌嗰啲诶，我哋话我买个大 ski 啦嗰啲咧，系啦喺度大嗌咯，跟住但系山多利安帕列卡好香，好靓啊画风。系啦，呢个就系、是、啊，讲起山多利安帕列卡咧，佢有相可以俾大家睇下喎。呢、這个咧，好多时会有啲人会整呢个嗰啲花牌咁样啦。今年咧都有喎，哎呀，会。呢、这个右边呢个咧系女主角 Heidi 啦，咁就即系啲 fans 整俾，即系整出嚟，即系唔应该订翻嚟，然之后摆喺度祝贺呢个演出咁样啦，好大癫咁样。仲要咧面攞到啲影完之后咧，跟住仲有特登抄翻以前参加即系嚟 Otopa 嘅时候有影过嘅花牌啦。今日其实发现面攞到好似影唔晒，不过唔紧要。以前咧呢、这个一。呢、这个几耐之前咧，曾经都有影过咧。原来之前都有咯。嗯，喺边咧？有冇影到咧？应该有噶。如果唔系，面都点会讲到？等呢？到嗰啲？嗰啲就系嗰啲？嗰啲就系呢？啊！呢、这个系呢系几耐之前啊？这个是2019年那场呢都有人这样整过咯，还有好像都是同一班人来定同一位，不肯定，不是那么肯定，见到有人转推说、啊、之前有参加过，那就应该是这个，因为今次山多利安帕列卡好像是第二次出场的嘛，接着觉得哇好靓，然之后仲有都系之前嘅，之前有影过，仲有呢、这个有一个系叫 Yunana Spring 嘅 game 啦，跟住有人都有整过呢、这个2019年嘅，系啦，呢啲花牌啊，好靓啊！而今次嘅话，今次仲有冇其他可以 show 出嚟啊？今次因为 Ikson 系又出场啦，睇先，影得唔系咁靓，但系仲要歪咗。妈咩咗 ，cut 多咗，咁样啦。跟住有埋 gift 嗰只公仔喺度咯，中间嗰度见唔见到？大癫，好犀利咯！每次见到啲人整更有心思咯，又都系本身原作嘅梗啊，或者一啲相关嘅花嗰啲咧，真系好靓。屋顶表白啲 friend 系啊，嗰啲面都劲中意睇喎，嗰啲咩青少年主将啊嘛，系嘛，好劲系啊，超靓咯，有心机，同嗰啲何人生开张图嘢差好远，咁唔同嘅，咁呢啲开心咁多，新开张嗰啲其实都系俾面派对嚟噶嘛，呢啲唔系啊，呢啲真爱嚟噶，系咪先？咁之后仲有啲咩咧？啊，有一个好可爱嘅。佢系细嘅 version， 好细粒嘅 version 咧，我好爱喎佢，系Clock Zero 嘅 Nakaba 嘅，即系有啲元素，哎呀，
咁样咯，细细个啦，但系咁样好好睇咯。哎，啊啊啊啊啊啊！仲有啲咩咧？嗯，今年好似冇特别点影到啲乜嘢咯。啊，呢度啲三个都系呢、這个啊诶 ，Shuano 点读？唔记得咗点读，个名好难读。嗰、那个中院嗰、那个嗰只 Shuano Biru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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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定烧嚟噶？咁咪个 logo 咪清楚少少 ？Just what the Shuano 啊 ，Shuano Biruju。嘅嗰只 game 咧嘅角色嘅，跟住左边、中间、右边都系三个唔同嘅角色咁样啦，系嘛？佢系 Biruju 嗰个嘛？讲错咗就柒啦！啊，对唔住啊，讲错咗。右边嗰个原来 Natora 嚟噶，见到佢又系咁大扎花，就以为同一系列，死啦！最右边嗰个原来 Natora 嚟嘅，对唔住啊，各位，嗰、那个系 Sandrine Palika。系啦，哇哇哇哇哇，いいでしょう。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 search 翻 Autopark 嘅 tag 咧，可能会有好多更加多认得好睇啲。仲有冇啲咩啊？面都真系乱认，因为好多人咧又唔敢停留得太耐，跟住就颓影咗啦，哈哈。咁起码有影啊嘛，系咪先？功成身退啦，系嘛？好啦，就咁样。咁然之后，啱啱讲到边啊？啱啱讲咗呢个，就算有几直男，呢啲都系阿实影翻嚟噶。冇错，冇错。就算面 loader 喺度同大家讲话唔舒服，饮热水都好，因为系面 loader 讲嘅，大家都要饮热水。大家饮热水。虽然而家饮紧蔬菜汁，嘻嘻。咁就我哋讲完 ，Oh my god！ 终于讲咗第一场公演嘅朗读剧内容啦，大概。跟住有冇啲咩《美龙圈蛙道》比较深刻印象可以讲下咧？嗯 ，OK 嘅，唔记得咗啦，咪嘻嘻。Kisho san 咯，讲嘅，即系咧，你哋要留意翻一样嘢，其实真系同样嘅台词咧，你俾声优读咧，同埋俾其他普通嘅人读咧，系唔同噶咯。即系同一个台词，你俾面佬都读，同埋俾佢哋读嘅话，系完全唔同杀伤力。即系你哋喺度听话咩？点解咁 weak 噶？咁样你咁多喊咁样啦，但系你哋要将你要谂翻，你哋俾翻系声优佢哋读翻出嚟，然之后你再感受一下嗰个角色，你会 feel 到哇，眯埋眼你听到个角色喺度讲紧嘢，佢存在啊咁样咧嘅呢种咁专嘅场面，同埋面刀都就咁复述咧系完全唔同噶咯，叛毒仔点同冇错面刀都就系个叛毒仔。饮紧烧紧食紧牛奶脆片咁开心，我面都讲起嚟死啦！啲脆片嗰变咗鳞片，不算啦。啊，早晨啦，我晚上好啊，狗狗，早晨，早晚安啊！人哋有戏剧张力，我哋系错声咋？系啊 ，exactly， 系啊，冇错。然后呢啲都系错声翻嚟噶啫，人哋嗰啲张力咧，即系咧，人哋明明都系停顿位啦，但系你会 feel 到系嗰种真系嗰种挣扎啊，咩又剩？如果面对呢啲停一停，你会 feel 到啊，呢条一定系唔知自己讲紧啲乜嘢，佢而家一定咩都冇谂到，但系人哋佢咁样停咗喺度嘅时候咧，你会 feel 到佢真系即嗰种咧。总之唔识讲啦，人哋好香啊！
系啦，就系、是、咁样咯。实捞紧啊，实仲捞紧。唉，又错声，唔得咩？系咁噶啦，咪得咧。是咁噶，因为 Midori 唔系声优，人哋有嘅系戏剧张力 ，Midori 呢啲系出声噶咋？我想要有戏剧张力啊，好癫啊，好中意。好啦，我哋翻翻嚟啦，算啦，翻翻嚟啦。翻嚟啦，咁样咧就系啦，多谢大家，呢个系第一。9月3号的夜晚公演，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讲今天的事了。今天呢 Midori 抽哈兹利奇玩 Apex 的时候最有张力，为什么玩 Apex 的时候有张力？因为不错声斋嗌，救命。我哋嚟睇下先，呢、這个九月四号嘅 Hidu Koe 大癫。而家睇翻咧，九月四号呢两场咧，真系啊唔系，其实全部都好香、啊。有戏剧冇张力，好有戏剧性，娱乐到大家就好啦。娱乐到大家就好啦。大家知唔知究竟知唔知咩叫张力？定系其实得面到啲一个人唔知乜嘢叫张力啊？点解 R E 五都可以有张力啊？即系张力系边个？点解佢 Apex 同埋 R E 五都有出场嘅？阿力，好啦，今晚啦，呢个两分，好差咯，连分都唔俾人，系国产特工啊，007咯，007。好啦，咁然之后呢、这个四号嗱声入面都好想瞓觉啊，但系咧仲有好多嘢想讲，喊出嚟，我哋睇下咯。呢、这个有个叫做 Birisana Senki， 咁佢系讲呢个原平原氏物语评唔系原唔系原氏物语嗰、那个原家评价原平合战啊。是真的讲紧呢两个家族嘅嘢啦，应该系如无意外，冇错，免得都系冇玩到呢只 game 噶，系啦，沙诺沙沙诺啊，系，但是免得你有冇理解错误啊？嗰个嘛，系咯，嗰个嘛。是啊 ，Chanel， 是啊。By the way 咧，喺呢个故事里面咧，系Chanel 系女主嚟嘅，佢同时系易经咯，呢、這个叫做系啦。哦，原来咁，同一样嘢嚟嘅。Midori 当时咧睇佢公开情报嘅时候咧，系单纯系谂紧哦 ，Midori 净系对个女主有兴趣啫，同埋见到有青梅竹马咯，但系唔系特别喜爱咁样咧，跟住就 pass 咗啦只 game。呢只应该知道过 Midori。啊，神田你系对于原平呢度好深比较多认识啊，定系直情系 exact 呢啲只 game 深？多認識咯，咁樣咧，佢係今日呢、這個啊比較有印象嘅係咧，呢、這個河西健吾，佢係呢個第一次上 Autopia 啦，然之後留意到佢好似髮型係特登跟翻個角色咧，即係 gel 起咗定係綁起咗咯，覺得又好有心咯，係啊。跟住好笑咯，佢哋全部啲反应都好得意。而佢哋嗰个朗读剧嗰个内容咧，系讲紧话点样令到大家关系好少少啊。然之后阿Tomomori呢个金毛嘅呢、这个润配嘅系啦，咁样咧就喺度讲，好即系佢成个军师咁样嘅定位咧，应该，但系佢应该又系啲黐线佬嚟嘅。跟住
就話睇而家流行緊嘅呢個排即係唔知訪問咗好多人整咗個排行榜，就話如果你要同人哋關係打好啲咧，就要改花名咁樣咧，而家有 top three 出嚟咁樣咧，就幫在場嘅角色咧就揭露佢哋嗰個花名係乜嘢，但啲花名全部都好笑啦。同樣地咧，啲花名你會少少咁隱約透到大概關於角色佢會有啲咩特別嘅位啦，例如呢個 Tomomori 佢第一名好深刻印象，佢第一名嘅呢、這個。呢、这个花名系咩？他但我 stalker， 只系一个 stalker， 救命！而之后近藤龙配嘅呢个乜嘢咧？嗰、那个角色系叫咩？呢、这个啊？哦，呢、这个 Sato Tsugunobu， 佢咧有个名叫 Sato Ani， 好惨啊！佐藤阿哥。做咩有一个呢咩佢第一个好似咩Nakibook 咩Nakibukuro no 唔记得咗啦，佢玩食字嘅一个连面都笑唔出嘅食字梗，玩咗一个非常之有戏有好有 sense 好有文学气息嘅食字梗，跟住系啊，跟住。仲有佢哋喺度话呢个系咩23岁女性，系呢个朝廷里面嘅女官咁样，投稿人咁样，好笑。嘈系啊，佐藤阿哥，仲有 Tadano Stalker 咁样，仲有其他都有咯。好似冇记错咧，呢个啱啱讲到河西配嘅呢个 Tadano Norizune， 跟住话咩一个系粉红色头咁样，粉毛仔，一个叫粉毛仔咁样啦。跟住佢第跟住我记得反而比较有印象系佢，跟住第三名系咩Pinku Atama Otoko，跟住定唔知 Atama Pinku Otoko，跟住即系粉毛仔，跟住第二名系叫做咩咧？叫做呢、這个第二名系叫做武艺笨蛋 Mugeba Baka 好似系。跟住第一名系叫咩 ？Nori Lin， Nori Lin， 跟住仲有佢将 Nori Lin 呢个字咧系 set 就劲多花花咁样，好善足个黐孖筋咁样，点解咁叫我嘅咁样？听落好教科书，所以要改花名。其实都系，但系呢啲花名佢本作里面一定唔会出现噶咯。佢系真系俾你就咁喺同人呢、這个即系呢啲场合度开心下用嘅啫，但系真系好笑。然之后宣传咯，佢就话佢出咗 FD 啊 ，fan disc， 同埋佢嚟紧10月会有朗读剧嘅公演咁样咯。跟住但系暂时都唔系太有兴趣，几欢乐嘅，但系跟住。佢嗰个朗读剧系几欢乐嘅，但系优先次序面咯，都未必将佢排得好前，因为始终好似最有兴趣得女主嘅时候，系啊，听讲声系啊，诺丽莲嘅，喂，系啊，呢种感觉都劲 Q 嚟，就诺丽莲咁样，好笑，系啦。咁跟住就呢、這个就系ビルシャの戦記，跟住仲有啲咩咧？讲埋呢个啊，オランピアソワレ呢个应该好多人都知道，相当因为冇记错佢有出中文版噶嘛，唔知道出咗未啦？出咗噶啦，妈妈叫做乜鬼嘢？咩奥林匹亚的晚宴，好似系咁样嘅名啊！跟住咧，面都好想买，但系仲未买。因为又系嗰句咧 ，miss 咗特典版，又觉得咁唔急咧，咁样。因为点解会话好想买呢？面都好中意呢个回事咯。跟住同埋佢写剧本嘅系同长嘅呢、這个Nirado Mirror 人听边，面都咧又中意呢个天平嘅呢只 game 啦。跟住好似都系同一批人马做嘅 game 嚟嘅，所以就对佢好有期待。同埋睇翻啲評價都唔差嘅時候咧，好有興趣。咁佢係講緊呢個，睇下先出咗啦，嗰個中文版，
佢故事系神话嘅背景故事嚟咯，佢讲紧一啲唔同嘅颜色啊，好似系哦，啊，嗰日嗰阵时笑咗好耐，佢真系写住交配咯，黐孖筋。佢系讲紧个世界观唔错啊，讲紧系呢个即系颜色，佢哋有啲每个人嘅颜色，然之后分咗阶级定唔知分咗种族咁样感觉。咁然之后你哋啲颜色如果系即系有好似贵有分到贵唔贵族咁样咧，而女主系系完全系最最最高级嘅，佢系白咯，佢系冇其他嘅颜色。咯，咁所以佢如果系咁会点样啊？面都其实冇认真睇过个世界观，我单纯觉得香，跟住就话啲想要，因为咧其实你够一早睇晒咧，咁你反正你买咗 game 落嚟，佢都会解释俾你听噶啦，咁你咪打机再睇咯，呢、這个就系面都嘅一贯以嚟嘅做法。好啦，咁然之后咧呢、這个系啲咩咧？今日呢场嘅朗读剧。就是他们在那里想怎样去宣传令到其他人不要那么接。很奇怪这个形容。就好像说那人对于恋爱这件事呢很避忌。跟着就说不如我们要怎样令到其他人可以更加愿意去接触或者尝试去谈恋爱呢这样。跟着就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啊我们要试一下我哋作为呢、這个OSA， 即系嗰啲咧，呢、這个呢一、這个嗰啲叫咩咧？即系我哋作为呢一、這个族里面嘅嗰啲话事人或者准话事人，我哋要即系都叫大粒佬啦。我哋要俾啲颜色人睇，唔系俾啲颜色人睇，我哋要俾呢个天空。这个范例给其他人看这样，跟然后呢就在放飞自我这样。但面都有一件事很在意，等面都确认一下先。是是是。蛤，那这个是不是剧透来的？榜样啊，榜样啊，榜样，是啊是啊是啊。咦，咁咪真系唔呢个喺佢嗰个官方人设度冇讲到噶，咁我咪唔讲得啊？有个人物关系，不是但啦。咁样咧，佢就睇先。你当三原色系贵族之后，唔同颜色会低一级，越纯色越好。系咯，啱啱见到佢个金字塔讲话黑色系最低咁样咯。坐翻好啲先。唉，救命！嗰条线棘住咗，搞到而家一定用个好奇怪嘅坐姿。哎呀，咁样咧就跟住好可爱啦，超级无敌可爱哦，大癫！即系咧最系呢个Liku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睇字，你真系唔知原来佢读 Liku 咯。佢系叫玻璃个璃，玻璃个璃，玻璃个璃，跟住叫天空个空，系叫做 Liku， 李空，马里马里空。咁啊 ，Liku 咧系劲 Q Q， 佢系傻，佢系嗰啲咧纯情 boy of 纯情 boy， 佢超得意哦！即系咧好似系等下先啦，佢咧有个冇得，应该唔系攻略角噶啦，个有出场嘅，跟住咧佢叫做有个叫 Tsukuyomi 嘅嗰啲嘅人啦，跟住就成日喺度串柒柒咁样咧。串住晒嘅，咁样咧，好似唔知边个问，唔记得咗话题点样发展啦。有人问 Liku 话：你有冇试过拖手仔？跟住然之后佢话：吓，拖手仔，系咯。跟住然之后咧，Tsukuyomi 又话：哎呀，惨，悲惨嘅人，你居然未试过拖手仔咁样。
咩未試過偷瘦仔，我未試過，跟住就有人話，跟住佢仲話嚇，仲要喺出面喺大庭廣眾之下偷瘦仔咁樣，勁得意啊！呢條咩事？跟住咧，然之後佢話得咩啊？咩叫做咩叫悲慘啊？我將來我就日日都拖手仔俾你睇佢啦。乜事啊？拖手仔佢都勁怕醜咯。乜嘢做緊啲乜嘢？可愛，可愛。跟住好可愛咯，係超級無敵可愛咯。然之後仲有啲咩？仲有好似係邊個咧？係咪 Tokisada 咧？是不是 Tokisada 是即是那些お姉さん那些呢，我面都記得有一個是お姉さんキャラ來的，是不是 Tokisada？ 跟住呢就是那些說什麼，如果他要show恩愛的話呢，他會選擇這個整便當，跟住呢給女主食這樣，跟住然後這個哦我都想試一下這樣，跟住雖然我不太懂得煮嘢食，但系我都想試下煮嘢食咁樣咧，好可愛啊！咩事？真係好認真喺度諗緊嘅咯。而跟住唔記得咗邊個笑佢話咩？笑 Tokisada， 你唔係諗住即係嗰啲咩我呢生咩擘大個口啦啊咁樣。跟住咧，跟住呢句咧，佢係扮埋一份，即係仲要咧呢個Nobunaga咧。阿岛崎顺长即个 CV 咧，佢仲要做埋动作咯，佢喺度扮咯，咁劲 Q 咯，乜事啊，可爱。咁样咧，最好笑，最癫系啲乜嘢咧？虽然唔系 exactly 喺呢个朗读剧嘅环节里面啦，但系喺呢个Variety Corner 里面输咗嘅，メロンキュンワード里面咧，咁样咧，ツクヨミ呢个輕津咧就抽中咗个輕津啦，跟住佢要配呢个ツクヨミ，然之后咧佢个メロンキュンワード大概咁样，你话咩啊？メロンキュンワード。咩心跳台词？你唔系谂住我呢个咩在神定唔知乜鬼？你咪即系面都唔系咁清楚，因为其实咧Olympia面都真系唔系太听得明，佢有好多专用名词咯，好多佢自己世界观嘅一啲专用嘅读法嘅字咧，个脑唔系咁捞到，因为佢讲咗一啲嘅名词出嚟，面都唔系太劲。练到咧，净系想要个重点啫，所以好多嘢全部个脑自动忽略咗。不过大家唔紧要，唔重要。咁样咧就哇，差啲到死嘢，跟住就话你系咪真系谂住我会陪你癫啊？唔好傻啦，你真系要我读啊？好啦，过嚟啊，我净系会讲一次，メロンキュン。全场笑到傻咗，跟住大家谂下认真咩？即系好多时咧，声优佢哋会自己爆肚或者改一改啲台词咁咯。跟住尤其是咧，轻津又系好玩得咁样啦，就谂紧其实佢系咪改咗台词啊咁样。跟住咧，但系咧嗰阵时咧，跟住司仪啦 ，Tony Wilson 佢就甩咗，然之后话真噶，真系咁写噶咁样咯。好好笑，即系尤其是你需要现场听都好冇，好好笑。佢真系佢特登塑造到，即系写剧写呢个《Melon Kyun Wado》嘅嗰个观众咧，系真系天才嚟啊！好似几古风咁样，系啊，佢真系嗰个脱离咗现实嘅嗰个幻想神话风咁样咯。离空都好有和尚命，空海啲 friend， 枯崎啲 friend 都系嘅。咁其实。最好其实你睇翻，好似佢全部名字都有颜色嘅元素喺度，咁好似话冇记错嘅话 ，by the way 面都入啊！最好笑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咧Liku 嘅声优嘛，Nobunaga 咧，佢系由头到尾一有个人 talk 嘅时候，佢就会喺度提起重光咯。Which is 咧系同一只 game 里面咧会配红色担当嘅呢个阿卡莎，
跟住咧，佢就成日都讲要四个，要四个咁样啦。跟住，佢真系好人嚟嘅咁样。我本身谂住咧，今场咧，我终于就到期，我终于可以上嚟，我 top up， 咁我可以同佢一齐共演啦。跟住之后，我终于可以上嚟啦，要四个，你冇企咁样啦。好得意啦，乜事啊？好 Q 啊！系啦，呢、這个就系 Olivia Sole 嘅印象啦，最深刻印象嘅喺呢度咯。然之后仲有乜嘢咧？仲有呢场，仲有呢、這个仲有呢个晚钟同埋天平啊，两个都好好嘢嚟哦，点算咧？晚钟先啦，面对咧系想玩噶，买咗未咧？好似未买，又好似买咗，好似未买，好似未买。面对咧自己未买呢只 game， 跟住佢预咗买嘅一定买，一定玩，但系好似要有啲剧情好似过激咯，啲人未必接受到，又系。因为佢系嗰啲会死人嘅 game 嚟嘅，即系就系好似听讲系会可能你行嗰人嘅线，然之后其他人会死晒，定系佢会死，定唔知咩？总之一定咩事到你又死下，佢又死下，嗰、那个又死下，咁样全部都死晒咁样嘅嘢咯。听起上嚟好似有咁样嘅印象，有人讲过呢个系咯，全部系咯，跟住佢系呢个晚钟Pure View 的罗班少。佢系讲紧系1920几年嘅意大利，好似系讲黑手党，大概啦，应该喺面多啲嘅印象中嘅故事咯，即系讲紧佢哋喺嗰条街点样去，即系分咗唔同嘅势力啦，跟住嗰啲斗争，同埋维护宇宙唔系维护城市嘅安全咁样，都系交俾佢哋社会动荡咁嗰啲 friend 咯。好像是这样的背景了，是的，没错，面都又是没认真看到，想着得到的背景就 OK， 反正未玩的话，你们有兴趣自己去看。跟着呢，没什么特别，那些角最癫是什么，都开车咯，他们。唔系开车咧，都唔系话开车，都互相笑对方咯。即系咩你想要点样接近个女主？咩你唔好傻啦咁样。跟住喺度讲，如果你最理想嘅表白方式系乜嘢咁嗰种咯？嗰种嘅唔知点解成班大男人喺条街嗰度喺度讲紧啲女子 talk 咯。但系好癫咯，佢哋因为佢顺便会show 一啲本身系故事未出现过嘅 CG 啦，然之后就讲如果有呢个 situation 嘅话咧，我会做呢样嘢咁样。跟住之后咁样咯，即系用呢种方式嚟 show 翻个故事有啲乜嘢嘅发展，或者佢个人大概会做啲乜嘢咁样咯。然之后就但系你话有冇话好深刻？佢有冇提啲咩剧情？又好似冇咯，主要系一啲好似盖饭啊咁样嘅嘢咯。对于面对女嚟讲，跟住喺度笑Dante 好呢个阿扎台，即系好扮晒嘢咁样，唔存在嘅 boys talk。Boys talk 系唔会讲呢啲噶喎，系咪？呢啲好 girls， 咁系咪咧？面多都唔知个 girls talk 会讲乜嘢，面多都冇朋友仔，冇可以讲，唔系啊，即系讲 game 嘅朋友仔有啦，但系你话真系呢种话题系唔会有噶嘛？你点知啫？系啦，咁样咧，仲要佢之后有咩宣传啊？唔系，佢系讲紧话舞台剧咯，佢好香喎，佢个音乐剧话咩唔知出碟，跟住就话大家记住买啦咁样嘅宣传片啦，后面即系过场嘅时候，跟住好香喎，几颜值都好高，仲几还原喎，黐线！而家啲 musical 咁高级噶，唔系，一面到嚟就真系冇接触2.5次元咧，好正喎，心动咗喎。但系 game 都未玩够嘅，跟住仲有就系、好似讲紧话嚟紧会有再即系绝望咯咁样，即系唔知，因为佢有只后续好似系讲紧即系仲有再大电视大件，即系个规模唔知再大啲咁样，定唔知会再 chaos 啲咁样嘅设定。
唔係咁肯定，面都半篇都冇玩咧，所以就唔想透者太多，連個所以個續作咧，面都就知道啊，續作多咗個攻略果，哦咁樣，然後就冇然後啦，面都都零知。跟住跟住天平咧，面都咧，面都係覺得好正。又是 boys talk 啊！呢、這個 boys talk 係更加 pure 更加 true 嘅 boys talk 啊！隔離嗰個咧借啲嘢度喺度擦邊球度開車啦，呢邊咧今次居然咧唔開車，唔係講到佢平日又開咁樣，大家自己玩就知啦，喂！咁樣咧，by the way 真係唔會啊！我都呢度係 game 咧，佢再邊到佢唔會真係開車嘅，放心啦，唔會開俾你睇咯，係會黑屏咯，佢架車入隧道咯。咁样咧，呢个翻嚟，开心翻埋嚟。咁样咧，呢、這个天平咧，佢喺呢个讲紧话马兹利亚，定唔知佢哋本身预咗会落雨，但原来冇落雨啦，跟住成班人一齐嚟赏月咁样。咁样咧，赏月等紧女主同埋另外一個角色，即係話啊，佢哋兩個行開咗啦，我哋吹住水先啦咁樣咧。跟住唔知點解講下咧，因為咧每一次咧天平咧佢哋永遠都會變咗做，因為你知啦，啱啱呢個娜迦爹嚟講咧，每一個朗讀劇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一啲心動台詞啊，或者表白啊，或者有啲咩要講下你對女主有幾愛啊咁樣，或者點樣睇女主啊咁樣嘅台詞啦。咁樣咧，然之後咧，每一次呢個 Akira 呢個 Kogami Akira 君呢個江本順義 Nobu 配嘅呢個角色咧，佢就永遠都會咧好有戒心，然之後就嚇我走先啦，我冇興咁樣咯。嚇預咗你哋又喺度講埋曬黐線嘢，我去攞個團子食下先咁樣，跟住就會成日都好想走咁樣啦，跟住然之後但係咧都俾人騎唔住咗，跟住 Sugo 咧梁平配嘅呢個 Sugo 咧就會問，唔係今次話得冇問題，你信我啊，我今次絕對唔會俾佢哋講埋曬奇怪嘢噶，仲有啲咩奇怪，我啲上月啫嘛，你都交俾我咁樣，點知咧？是今次是 Sugo 去提起奇怪的事情，无端端在提起说其实我的梦想是想要想要，如果梦想是想尽快实现到的东西，是想要跟女朋友结婚这样。Minori 呢即刻是充满了个很多问号，究竟是那个 Kanojo究竟是女朋友的 Kanojo 定是女主角的那个形容词的、那個、第三人称的那个 Kanojo， 然后停顿了，那个脑袋停顿了，然后无论是哪只都，因为如果你说是女主角的 Kanojo， 其他人不会不理的嘛，那是不是他当了分开了大家当的其他人，然后整件事 Kanojo。仲有咧，佢哋个 boys talk 系讲啲咩咧？佢 boys talk 就系讲紧，仲有好笑，佢哋喺特登系戴头盔。因为呢只 game 咧，佢嘅设定喺大正时代嘅，大概啦，大概喺大正时代嘅时候，跟住咧佢特登系停顿咗，然之后咧嗌咗其中一个角色阿树先生佢就即系其实即系司仪啦，咁啱小芝麻律师阿玲玲佢就话咩大家请注意以下咧，因为咧呢只 game 咧故事背景咧系大正时代嚟嘅，所以咧佢如果系有啲在而家令和时代，大家听起嚟有些少冒犯女性嘅句子咧，其实咧大家希望可以即系睇开啲咁样，好似大概咁嘅意思，大家可以冷静少少，定唔知啊，唔好谂得咁多咁样啦，系笑咗咯，跟住噔噔噔噔咁样，跟住又翻嚟继续讲。第一次见到佢哋真系要戴头盔，但系你话系咪真系话好侮辱，咪所谓侮辱性咁样，唔尊重女性咁面，我都又唔觉喎。因为佢嗰个 boys talk 咧，佢系讲啲咩？佢讲话如果系如果第日结婚嘅话，你会想叫老婆做乜嘢？跟住叫做，跟住就喺度讲话Sugo 话想要叫咩？今日翻大学嘅时候咧，听到呢个教授叫佢老婆做加奈啊，会知道 Kenai 咁样啦，定 Kenai
卡奈噶咁样，就觉得卡奈呢个叫法好正，好想好好好啊咁样，好都好想叫我女朋友终有一日结婚之后可以叫佢做卡奈咁样啦。然之后咧，跟住成班人就好 high 咯咁样，即系唔系成班人咧，几个人就好开心咁喺度讲啦。咁阿 Kira 就好想走咁样，跟住又俾人掹住咗。然之后咧，哈亚托咧，哈亚托系面多咗嘅。面多咗推嘅，系啊，跟住就哇，卡奈正咯、啊。但系如果系我咧，我会叫我应该会叫奥萨，我呢个奥萨。跟住亦都好似有听过咧，会有啲人咧会叫 wife 咁样咯。但系我觉得有啲好似唔系咁啱，我谂我都系叫奥萨咁样。然之后咧，Shogo 又劲开。wife 屋神咁样咯，劲得超佢哋嗰啲宇宙猫咁样，唔系已经唔系宇宙猫，系成个咁样咧，劲得超啊！咁跟住佢哋就逼 Akira 讲咁样，大家都想听噶嘛，系咪？大家都想听 Akira， 你会点叫噶嘛？跟住咧，就系、是、我在场，大家都想听我咁样。就喺度打破第四面墙，成鬼日喺度打破埲墙，然之后大家拍手拍到烂晒咁样，跟住咧就后来佢先好勉为其难咁讲，我唔打算叫咩老唔老婆咁样，我谂住直接叫名咯，我唔会叫咩屋唔屋散啊嗰啲，对我嚟讲冇咩分别嘅啫。跟住咧，有啲人就好大，但系你有机会，你可能有啲人唔熟咁样咧，咁但系你要打招呼，跟住你冇理由无端端噏你老婆个名出去噶嘛，咁你始终有场合要讲噶。跟住，我冇乜交友圈子，我冇呢个机会咯，咁样，好好笑咯，但系好得意啊。跟住，然之后咧，有唔记得咗边个讲，佢就话吓，咁你调翻转谂啦，即系咧，如果咧你另一半，然之后咧唔系嗌你做即系唔系我哋嗌佢做咩屋唔屋神，而系佢话我知啦，我多噶咩 Anata 咁叫你，系咪好正啊？咁样，跟住另外嗰两个又起哄，哇咁样，好得意咯！佢哋系咯，超可爱。系呢、这个就系呢个Nirado Mirai no Nirado Mirai no Tenbin， 佢哋呢一场朗读剧主要佢哋讲嘅嘢。好可爱啊，超级无敌可爱啊，佢哋，跟住系咯，好得意啊！早晨啊，天，早晨啊，早晨啊，千秋，早晨啊，瞓醒跟台，真系唔存在，戴咗头盔好啲嘅，又好笑，真系唔存在嘅。不过唔紧要啦，面都唔喺度祈求啲咩真实性，系想听佢哋喺度嗌啫。但系真系，如果真系有嘅话，会好笑，会唔会真系会有人咁样讲噶？好可爱，真系好可爱。成班咧，明明好睇，香就够，真啊，真系好香啊！佢哋好可爱，成班死靓仔咁样。Suki， 系啦，呢、這个咁就讲完呢个日场啦，我哋终于可以开始讲晚场啦，救命啦，终于可以讲晚场啦，晚场呢个大癫咯，好唔好啊？等先，日场仲有到冇啲乜嘢可以讲呢？可以唔使嘅，应该讲咗又好似爆太多啦。好啦，我哋讲晚场。其实面都讲咗好多，但晚场系最癫咯，起码而家印象最深刻系晚场，因为点解？因为啱啱晚场完翻嚟咯，所以系啦，听到屋神就面红嘅小朋友，系呀，卡哇伊斯 Kinder 咯，太得意啦，咩屋神，卡哇伊，超得意咯，好唔好啊？系啊，大家好啊，面都系。是 Hayato 的屋神，是 Ozaki Hayato 的屋神，是啊，是啊，这个美其准人啊，这个美其亚人，美其亚实啊，Netto Bade Loi Gou，是啊，好像大大只字写住啫，戴晒头盔，啊，我们来了，晚场，晚场，晚场这四只 game，
面都买了三只，但你说真的有玩过本玩过完整玩过个本片的是只有一只。这样吧，看先，首先可以讲了这个这个叫什么 Cupid Parasite Cupid 喂，怎么读啊大佬？他怎么读？他那些设计看不到个字怎么读，他叫什么？君の名は Q、啊、原来是长音来的 Cupid Parasite，冇记错，好似系讲紧爱神咯，讲紧个冇记错系讲紧女主角系睇下先，及睇清楚先，婚姻介绍所嘛，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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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紧女主角咧系真系真正嘅 Cupid 嚟嘅，但系佢因为有啲事咧，佢同佢老豆嗌交，于是要离家出走嚟咗人类世界。嗰度咧就做呢、這个开咗喺呢个大型婚姻介绍所 Cupid Corporation， 跟住咧就喺呢度做嘢，然之后咧就一齐哦 share house 原来咁解啊，跟住有五个人咧就系呢个哦社长就话，如果你可以令到呢五个人五个问题儿童结到婚的话，我就升你做这个，我就加不是将你升职，你是我们的 top sales 的 top advisor 来的，你做到的嘛，这样。那然后那五个人呢、啊、不是员工，这五个人是即五个 很出名很难搞的会员，这样那就是好攻略角了，原来是这样、哦、是了，就是这样的故事啦。跟着呢好笑，讲到明一件事呢，他们自己声优都讲，大家呢看 Autopia 呢很多时候的故事呢都是很沉重的嘛，放心啦，这个真的是够 game 来的，这样。啊不是，这个真的是傻仔 game 来的，这样。这个真的是傻仔 game 来的，由头傻仔到尾的，大家放心啦，这样。好好笑啦，救命。听落只寄生丘比特故事好济公乜嘢啊？唔好啊，你唔好乱咁谂咩？但系你谂翻月女 game， 谂翻月女 game， 如果咪翻唔到转头啊！咁但系咧，隔篱个仔咧，成班都黐孖筋噶啦。咁就呢度就睇先。OK。佢今次咧，今次系成班人喺度玩 IG， 好似唔知佢哋成班人。飲大咗，跟住即係唔知通頂，跟住玩咗成晚之後咧，成班宿醉咁樣嘅 tension 咧，跟住就唔知點解要碌 IG 咧，就碌到有個廣告啊，係 Lays 嘅 男裝 Lays 底褲廣告。跟住然之後，佢哋就話：咦，點解咁似我哋 share house 嘅背景嘅？點解呢個人嘅 account 唔通係我哋公司自我哋呢班人我哋圍內人開嘅呢、這個 account 咁樣？然之後佢哋就喺度諗，梗係邊個開㗎咁樣啦？跟住咧，然之後咧有個人咧就原來呢個社長嚟嘅，社長咧就係咯。即个样子最唔似玩会玩到咁癫嘅社长咁样啦。跟住咧，原来咧系咩事咧？原来系呢、這个佢呢、這个收到接到广告啊，就话需要好似唔知女主收到，即系谂住有个 project 咁样就话呢、這个牌子去出男装底裤定点样咧？如果系男女款凑埋情侣款嘅话，好似系会好受欢迎定点样？不过唔重点啦，总之就系有个咁样嘅企划。咁但系佢哋冇钱请 model， 然之后咧对面嗰、那个底裤公司定唔知咩宣传公司嗰度就话咩唔紧要啦，你做咗咪即系。系啦，请唔到 model 啦，咁就社长做住 model 先。咁但系佢话吓，呢啲嘢留黑历史喺上网唔得噶，咁样。
跟住对方就唔紧要，我哋摆上 story 咧，几个钟头就冇噶啦咁样。跟住就哦好啦，咁我影啦咁样。跟住影完之后咧，跟住就俾人揾得翻出嚟喎。点解咧？因为咧 story 咧，你摆咗做焦点 story 咧就唔会冇嘅。然之后佢就吓我冇听过咁样，俾人服咗啦，佢劲好笑。跟住然之后就其他人咧就喺度讲紧话条底裤咯，跟住成班人咧就话唔得，条底裤系即系女主好中意个牌子嘅底裤咁样，我如果着呢条底裤，我咪可以同佢中着同一个牌子咯咁样，唔得，你唔可以抢先我，我要着呢只色咁样，呢只色系佢中意嘅咁样，跟住林德社长就话我大把板啊，我哋而家我要拉埋你哋落水，我哋一齐拍广告咁样。跟住就系咁样完咗啦，系唔知点解就系走咗去条街度，跟住就喺度就话咩，就话你咯，我哋摆 pose 咁样咯，跟住就完了，好奇怪啊！究竟睇咗啲乜嘢？但系好好笑，成班人都黐线咁样，死对女主老豆有兴啲，女主嘅老豆，但是女主老豆。孖子吓，女主个老豆原来系火神嚟噶，系嘛？孖子嘛，系咯？但系战争之神系啊系啊系，啊宙斯咧，我都以为乜嘢？好傻仔啊，系啊，好傻仔啊！天空之神应该唔系呢啲，其他完全哦。系劲傻仔，唔得，我要同佢着同一个牌子咁样，我要着，我要着呢条，哎，你做乜攞咗去啊？咁样先到先得噶嘛呢家嘢咁样，好好笑啊！佢哋好傻仔，系啦，咁样就会觉得可以平衡下个心理。点解咧？因为之后嗰三个咧，都好黑吓，好黑暗吓，唔系嘅，有个有翻啲希望嘅，我哋讲下。我哋卡拉咁讲啦，跟住可以讲呢、這个，我哋一下子我哋翻嚟呢个，去完呢个傻仔之后咧，我哋啊 ，by the way， 早晨啊，花玲，早晨啊，呢、這个中远烧 N 咯 ，Bilusu 系啦，咁样咧佢面都有买到只 game 噶，但系仲未开始玩咯，因为知道佢一定系嗰啲好嘟嘟嘟嗰啲好沉重系嘅 game 咧。所以就一路都滴唔起心肝去玩，但系佢真系好凶，一开始就喺度听，多谢你啊，耶、yeah ！哇，咁你打声招呼吧。咁样咧，呢个中原烧 N O B D U B D U 烧招烧招是但啦。佢系讲紧啲乜嘢咧？佢讲紧呢个啊，哦，喺呢个国家里面就有受到呢、这个国家里面嘅人咧，去到23岁一定会死，有个咁样嘅诅咒。咁但系经过好多年嘅研究咧，创咗一个 system 出嚟，咁样咧就系、是、我、记忆，哇！到23岁你会死的，你抌低呢个肉体，然之后你将你嘅记忆全 download 落嚟，然之后咧就记忆 download 嘅呢啲人可以继续再生存落去咧，佢哋就叫做 reviver。而同时咧，咁型嘅，但系佢一吓佢咁科学噶，原来佢系劲欧洲嗰啲中世纪 feel 噶，佢个设定睇落。好型喎，大癫！面都之前一路都系简单叫呢只 game 死神嗰只 game， 即系头先嗰只就叫做爱神嗰只，跟住呢只叫死神嗰只咁样咯。かっこいいじゃん！但系咧，佢癫在啲乜嘢咧？面都其中一次听到喊咪喺呢度咯，那个魄力系好劲咯。即系佢发生咩事呢？个故事一开始系讲紧，唔系嗰个唔系故事，那个朗读剧啊，
一开始咧就系、是比较瘦弱嘅呢个 Martis 咧，佢就喺度练呢个练紧嗰啲刀法啊，系啦，咁因为佢想变强，佢发恶梦自己打唔赢啲怪，面都听唔清楚系咩怪啦，总之应该系怪物嚟嘅，又打唔赢啲怪，咁然之后。睇先，有冇睇到啊？冇喎，佢呢度冇研究。好啦，打唔赢，跟住然之后其他人就谂住帮佢即系练习咁样啦。跟住，然之后练咗成日之后咧，就话点解你要咁在意其实点解你要练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你可能唔适合你我可以喺另一方面嘅啫。咁样佢话其实我咁我。会咁执着想要练，系因为我发梦唔系我一个人打输，而系我有连累到女主啊咁样，我将佢卷咗入嚟呢个问题里面，然之后成班人即刻静咗。啊，你梦到呢啲嘢，咁唔怪之你会咁紧张啦咁样，跟住就成班人即刻好团结咁讲，等我嚟教你点样可以你唔应该练点样打怪，你应该练点样去保护人，咁样比较适合你咁样咧。咁呢个时候咧，呢、这个睇落呢个真系。一睇就知啦，应该出事啊！一个叫 uncle 嘅uncle， 即系咧，你有阵时好多时你睇角色咧，你哋会睇到有啲人系一定系出事噶嘛，即系有啲一定系同主线剧情有关，或者佢系好有深刻嘅谜团咁样咧，一定好黑咁样噶嘛。明唔明啊？咁然之后咧，佢就即系佢喺度感叹啦，就多咗一个人去保护女主，好感动，唔系即系好欢迎咁样啦。然之后佢就一个人行开咗咁样，跟住就即系嗰啲喺度自己独白咁样咯。但系最癫系乜嘢？突然之间咧，即系个画面咧，即系好多嗰啲沙沙嗰啲咧，好似电视嗰啲雪雪声。咁样你明唔明啊？跟住，然之后咧就好不稳咯，成件事点样不稳法呢？佢系即系突然之间就喺度讲话呢个一次即系佢面都已经唔记得咗 exactly wording 系乜嘢，但系佢系讲即系佢系好。好抌心口咩？你 feel 到佢真系好痛心嘅，即系佢个心就系碎咗，唔单止穿咗个窿嘅，嗰啲咩痛心疾首嗰啲咩撕烂咗个，咁唔知咩样嘅心碎啦。面都我哋听到都心碎啦，面都完全只 game， 你哋咁睇都知啦。面都喺度睇翻，哦，原来只 game 系咁样讲，好香喎咁。面都系呢个 level， 净系睇样同埋睇人设。入咗一两个股咁样啦，但系个故事背景系唔知咩事嘅时候，系面都喊，喊咗出嚟。佢系真系好希望可以拯救到女主咯。佢系讲话系啦，撕心裂肺啊！多谢你嘅断角兽，系啊，面都其实真系想讲呢样嘢，多谢你。实施嘅欲地欲佢得，他死佢得。系啦，即系佢系真系好想要拯救女主，要唔要人补中文？唔好啦，然后冇一个文系可以，冇一个文系做得到。唔系面都你俾个字出嚟，面都识读噶，面都唔识用啫嘛。which is 系有问题啦，系嘛？唔紧要，讲埋落去。咁样咧，佢。一次又一次咁样，点解个世界无论点样都唔放过你咁样？无论系点样，即系咩我好贪心，即系明知道冇办法即系点讲咧？我无论点样，我都冇办法放弃拯救你啊！即系呢个机会冇办法放弃呢、这个可能性。跟住然之后，即系但系佢系唔知佢嗌咯，佢真系。
即係好似係啦，佢撕心裂肺咁嗌出嚟咯，即係佢本身係即係本身好平穩咁樣啦，跟然之後佢嗌咧，佢係要控制聲線，佢直情係褪後咗你嗌咯，明唔明？哭啊！佢哭啊！哭啊！跟住然之後突然之間 ，Luca 咧呢、這個平川大輔平子配嘅嗰度咧，有得嘔血咯，即係個畫面一轉咁樣，喺度嘔曬啲血咁樣喺度。唔好意思，面都咧好似真系呕咁，但系人哋系呕血，系好惨咁，面都嚟呕啦。跟住咧，系啦，撕牙咁样，即系系啦，佢但系真系唔单止撕牙，唔系系咯，系咪叫撕牙？系咪呢种情撕牙？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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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唔系咯？对，即系真系搲烂衫嘅嗰种咯，明唔明啊？好辛苦啊，面都而家系啦。是不是个胃不舒服？顶啊！顶啊！喂呀！啊 ！OK， 今日咧，诶、算啦，今日唔系，我哋冷静啲。跟住咧 ，Luca 呢、這个瓶子配咗过嚟，佢喺度呕血啊嘛，跟住之后讲话，点解生命会咁短？但系。我仲想即系嗰啲咧，我仲想继续生存落，仲想再即系咩？点解爱情可以持续咗好耐，但系生命会咁短暂？我仲想继续咩系咯，仲想继续活落去咁样嘅嗰种咧。仲要佢真系就嚟死咁样，你明唔明？面都点解可以讲得咁好笑噶？面都嗰阵时坐喺度喊到乜咁样，但系。点解俾面都讲到咁好笑嘅？点解啊？你真系喊出嚟噶！跟住咧，然之后系，跟住转咗 Martis 好似 Martis 大癫咯。前面咧明明系嗰啲すみません、僕は嗰种啊，但系咧佢喺呢一度即系其他两个人都咁悲壮嘅时候咧，佢好似黑化咗咁样咯。即系喺度讲话咩即系嗰啲咩僕の咁样嗰啲咧，あなたは僕の咁嗰啲咧，大癫，究竟系咩定位啊？吓，你吓咁样，虽然咧一定会有反差嘅，但系我呢种啊，我 OK 咁样啦。然之后咧就系、是、跟住系面刀咧，面刀都劲有兴趣呢个阿杜鲁夫，点解咧？因为佢系青梅竹马。佢一个啡毛青梅竹马高靓仔，跟住劲锡女主，然之后優しい主人公にとって頼れる兄のような存在，ぶきらぼうな言動が多いが根は優しく困った人を 見過せない。因为呢啲仲唔系面露，因为好喜欢啊！系个即系咧，啱啱呢个系讲啲乜嘢咧？啱呢度就系讲话佢咧睇落咧，好似即系讲嘢咧，好冇礼貌，好似好倔咁样啦。但系其实咧，佢系好人嚟嘅。佢咧佢见到啲人困扰咧，佢都会出手帮忙。对于主角嚟讲咧，系一个好值得好值得信赖嘅哥哥般嘅存在，咁佢咧系青梅竹马嚟嘅咁样啦。然之后咧又系嗰啲咧，即系最癫系咩？面都又系哭咗咁样，前面已经觉得OK 嘅 ，OK 嘅忍到咁样啦。跟住又系有一句又哭咗，佢讲啲咩？佢话咩？佢讲啲咩？就系嗰啲无论点样都要拯救你啦，即系唔知点解要拯，点解个个人都要拯救面都啦？但系咧。佢系讲呢个无论要牺牲啲乜嘢都唔紧要咯，就算只要你开心你幸福倒落去嘅话，你唔系拣我都可以咯。呢种啊，点解啊？心好痛啊，好痛！面露女好心痛啊！嗰种
只要你幸福你开心的话，我不是揀我都可以的，但是我会一路牺牲下去，我会一路争取下去这样呢。你不需要做那么多事的，但是好香啊，好き好きです。はい、こういうの好きです。这些就是阿实的戏剧张力。不要啊，不要这样的戏剧张力啊。轻红和竹马红哪样重，为什么是竹马啦？但是但是轻50-50。50-50可以吗？建议直接跳入坑。可以的，其实可以。Minoru 听日请了假。是啊，预咗今日一定嗨到瞓唔着，所以请了假。一日之内又冇可能开到只 game。是啊，Minoru 嘅要求是插到只卡入去开 game。是啊，这个就是非常之令人心痛的这个。即系面都未玩，都已经心痛到乜鬼嘢嘅呢个呢个笑人都比你笑。跟住咧，仲要系咩咧？佢即系大家都已经拍晒手掌啦，喊到即系拍烂晒手掌咁样嘅时候咧，佢仲要咧宣布咧，佢啱啱今日宣布咗会整 fan disc 噶，会有续作。哇！咁样啦，跟住拍到话，而家轻轻力拍到佢只手痛似麻筋，系啦。这个就是真的好正，香爆。玩完现在感听好想喊，面都已经将最癫的句子已经不记得了，你明白吗？面都是讲个大纲出来，如果你现场听你应该 feel 肥你这样。是啊，面都不懂都喊的，你们玩过的话应该死了这样。是啊，面都散场有听到有很多有很多人说今天喊到傻了这样，今天真的真爱多这样。这样整班人是即是女仔是冲了他的脸，想见什么有没有感觉呢这样。大癫でも分かる。FD 升天，唔好升住啊！系咯，佢系好似今次咧，佢讲到明话，佢本身这个本片系一切都系用绝望嚟做个主题咁样啦。然之后咧，佢 FD 咧，佢系讲到明系救赎咯，个主题系。所以咧，即系就算呢度再胃痛都好咧，再 sad 都好咧，可能咧等到佢 FD 出嚟都会有救赎。咁面都不如直接等到佢 FD 就嚟出先玩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开始玩，跟住根据拖延症拖下佢出得 FD 嚟咧，就可以直接玩埋佢咁样。啊，都是肉紧啊！然之后就睇先，下一只我哋讲咗 Clock Zero 先啦。Clock Zero 咧，关于呢只 game 咧，面都有一样嘢咧，想要忏悔一下。呢只 game 面都咧就有买到，即系之前佢移植之前咧就有买到嘅，咁有玩过嘅，咁但系咧系真系隔咗好多年咁样咧。跟住每隔几年才开一次咧，然之后每次一开就谂紧佢之前讲啲咩，啲剧情唔记得啦，重新开过先咁样咧。跟住所以咧一开波佢就呢个故事就即系就个故事嘅开头就系有个转校生就转咗入嚟咁样啦。然之后就佢转咗入嚟之后先至故事先开始咁样啦。然之后面对咧。转校生咧，佢个转校 event 即系转校入嚟。大家好，我叫做呢、这个咩？我叫 Takato 叫咩？我叫海棠樱桃咁样啦。由呢一下，面都起码咧睇佢转校转咗七次都未转完，朋友转圈下冇共理。面都咧睇咗佢转咗校转咗嚟七次都仲未玩完只 game。与其话未玩完只 game， 应该话咧佢好攻略过有1、2、3、4、5、6，有6个角色噶嘛。
咁然之后咧，睇下先，一二三四五六，面膜都系玩咗一二三，啊，玩咗三个嘅，咁仲有另外三个。咁但系问题系咩咧？问题系喺呢度途中佢出咗移植版啊嘛，咁移植版咧佢又加咗新嘅元素落去啦，预期话新元素啊，应该话有啲追加咗嘅 story 可以睇咧。咁面膜都又买咗喎，咁就谂啦，啊既然系咁，咁梗系买，梗系直接玩移植版啦。咁但系咁佢又要再转口，咪转第八次口咯。呀咁样，但系面都又中意要玩翻晒其他，因为一定有追加嘅元素，同埋叫做温下书啦，已经好几年嘅事啦。对上一次又系好几年嘅事，咁即系佢唔单要转第八次考噶咯，又转又转咁样。同埋故事系讲紧系被破坏嘅世界咯，同埋有同呢个 time sleep 有关嘅，好中意呢啲系列嘅呢啲元素咯。面都 clock zero 定 rezero。Clock Zero 啊，虽然俾面捞都搞到佢不断咁样翻转头，翻转头，好似 Re:Zero 咁样，但唔系一个 Clock Zero 啊。估下次我拖趴前玩唔玩得完？唔会，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讲嘅，唔会啊。专业转校生，大家好，我今日又转校啦，我系海棠英豆，大家好，大家好，我又转校啦，咁。讲到我有飞啦咁，唔想啊，好唔好啊？但系只 game 真系好玩，面都玩咗个三条线咧，系谂好多嘢，系啦，面都又喊爆，好似条条线都喊咯，跟住就觉得吓，剩低嗰啲唔好咧咁，即系咧有时面都有个好差嘅弊病咧，系会有拖延症啊，拖延症已经恶化到个地步系拖延癌啊。咁但系佢点解要咁？点解会拖延嘅？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咧，系成日都会觉得咧，你玩完嗰只 game 咧，咁你就个故事就完咗啊！好傻逼事，即系个剧情主线完咗嘅时候咧，咁就好似少咗啲嘢咁，好空虚、好寂寞啊！咁样好似嗰个 meme 咁样咧，嗰个肥佬坐咗喺个抽签千抽。嗰、那個叫乜度？嗰、那個跟住再坐咗喺個飯台，跟住企咗喺度咁樣咧。嗰個 meme 咁樣咯。每一次一諗到啊，要玩完隻 game 或者玩完隻 game 就會係呢種心態。然之後就要沉澱，然之後沉澱一段時間，永遠一條線又喺度沉澱咁樣，永遠都係咁樣。跟住沉下沉下就沉咗入大海啦，深海少女啦。咁就看下下面咯 ，Umi， 係啦。咁所以咧，呢、這个真系好对唔住 Clock Zero， 但系 Clock Zero 真系好玩。明明只系玩咗半片三条线，但系，好有值得讨论嘅空间咯，同埋真系好嗰、那个啊吓，嗰只 game 好玩啊！好啦，搵日咯，会玩噶啦，会玩噶啦，放心啦，会噶啦。跟住仲有咩咧？跟住仲有呢、這个，睇下先，呢、這个啊，系喎，唔记得咗讲添。Clock Zero 佢嗰个朗读剧咧，佢系讲紧，佢分咗两 part， 唔知啊，觉得好似系咪今日嗰啲，唔知系咪错觉啊？定系其实点讲咧？今次啲朗读剧好似好长咁样，同埋佢分嘅线都好多。但其實只是因為他要這樣界別了，然後他又轉場轉場景這樣，所以好像長了。那就講緊中學生的他們在說啊，就來畢業了，那要想緊他們將來出路是怎樣。然之後咧，阿 Madoka 咧，佢就喺度串，即係佢話自己進步咗好多咁樣啦，佢思考咗好多，好誠實咯。跟住就唔知點解就話要 interview 大家，第日升學嘅時候 interview 大家，但係佢問埋曬啲問題咧，好笑咯。佢喺度例如話佢因為佢係輕紅嚟嘅，咁然之後佢問佢阿哥咧，跟住阿哥答啲乜嘢咧，佢都話呢個問題答得非常之好，呢、這個答案答得非常之好，我要加分咁樣。跟住而佢問到Lidan 呢個 Canoli Zero 咁樣啦，係面到你個腿，哈哈。
咁樣咧，就問佢嘅時候咧，都第一問埋曬啲奇怪問題，即係咧就前面都喺度講話，你入呢間公司，你有冇啲咩想要做嘅嘢咁樣啦？想成為呢、這個公司嘅乜嘢嘅部位咁樣啦？即係之前係問呢啲噶嘛？唔係乜啲乜嘢嘅部位？即係你想要有咩 image 你想要成為點樣嘅？嗰、那個即係嗰啲咧專級仔啊，嗰啲咁話咩自己係呢個人同人之間嘅呢、這個潤滑油咁樣，希望令到大家做嘢可以和合啲咁嗰啲行貨咁樣嘅嗰啲句子咧。如果大家有學日文嘅話，應該會知面到都講啲乜嘢。係啦，咁樣咯。佢之前係問呢啲問題噶嘛，然之後咧，但係佢對住呢單去問咩？佢問咩？你有冇中意嘅人啊？咁啦。为什么之前呢见到有三个女仔同时同你表白你拒绝了人家的这样然后她是然后Lita说、为什么你要问这样的东西这样很害怕好得意啊最后突然醒起这个什么呢她们最初出场那一刻呢是面试的垃圾题就是那些垃圾题就是那些垃圾题这样呢最初出场的时候呢跟着又是整班在哈哈哈列蛋咯，喺度讲话咩攞咗佢嘅咩我攞咗咩攞咗佢收埋珍藏嘅女主嘅写真集咁样，跟住话咩写真集啊？唔系咯，唔系写真集嚟噶，系细个嘅佢嘅相簿嚟啫咁样。跟住咧by the way， 因为佢系青梅竹马嚟嘅，系啦，佢系唯一嘅青梅竹马咁样。跟住之后咧系啦，跟住阿 Madoka 佢就喺度讲话：，你俾翻本嘢人啦，你睇佢喊啦，咁样好好笑，好得意。早晨啊 ，Harry Ho， 吓、啊、初见啊，今日初见，你好啊，今日初见嘅 Harry Ho， 早晨啊，系咯。跟住 Clock Zero 佢中学生啊嘛，跟住后来变翻做大人嗰度，跟住讲紧话，唔知点解探监咯，我谂紧面到你 miss 咗啲乜嘢喺度探监，跟住喺度讲紧。应该是件事告一段落定怎样啦，跟住佢哋将来佢哋对于世界嘅展望系点样咯，然之后希望个世界变得更好咁样咯，最后个 ending 系 Nakaba 喺度讲，然之后咧就充满呢个希望嘅时候咧就喺度播，就唔系播歌，歌手就出咗嚟唱嗰首主题曲咁样咯，好有充满即刻觉得啊有翻啲希望喺度，呢、这个世界仲有得救佢嘅感觉咯。Ina 嗰个安排真系几好，嗯。早晨啊，夜猫喂，早晨啊。呢、这个就系 Clock Zero 烧烟咯，一秒。呢、这个转头咗七次都用，起码七次，系起码转头咗七次面咯，都仲未玩完嘅 game， 够味噶。人哋咧成日打机话只系监督蛇啊，跟住嗰啲咩马尼扎啊咁样，但面都唔系，面都嚟听歌蛇。唔系，系望住人哋听歌，望住人哋转校，自己坐喺度啊！你又转啦，系咪？有啦，终有一日，终有一日会开翻噶啦，放心啦，放心啦。跟住讲最后呢只 game， 卡拉马里斯，大癫！今次呢个剧本咧，面都劲中意，唔知系咪因为太耐冇玩咧，嗰、那个世界观咧，好似重新再翻入呢个世界观里面，哇，好正啊，妈咪。跟住佢系讲紧啲乜嘢咧？讲紧喺主线里面嘅嗰件事告一段落，而未捉到主犯。卡拉玛蒂佢呢个故事系讲紧呢个系真系直情系用现实生活嘅新宿嚟做背景嘅，就女主咧系新宿警察局警署里面嘅新人嚟嘅，跟住但系好细矮嘅啫，咁样做即系嗰啲即系真系好即系唔系啲咩好高级嘅，即系真系新人咁样啦。咁但系佢就遭遇咗呢个主线嘅呢个剧。呢、这个大事件啦，卷入咗喺呢一个风波里面啦，好简单咁样讲一讲，然之后就同攻略国嘅咁多位，即系有啲系现任当紧差嘅，有啲系唔同部门嘅，有啲系以前有翻过，但系佢出咗嚟
自己調查件事咁樣啦。咁就同呢一班人咧嘅故事咯，嘅調查咯咁講。咁呢個就係、卡達馬里斯嘅故事啦，簡單咁樣講一講。根據面多都嘅印象，面多都淨係玩咗本片啊，所以唔知道之後發生過啲咩事呀。咁樣咧，咁佢個時間軸應該就係、本片嘅事完咗，捉唔到真兇，跟住仲調查緊膠着狀態嘅臨近聖誕節，係啦。咁樣咧，因為女主喺度諗緊啊，聖誕禮物應該送啲咩俾人咁樣。咁然之後咧，Yuzuru 亦即係佢同女主嘅同期啦。咁就就聽到呢、這、一個。問題咁就啊，我幫你問下其他人啦。你咁於是咧就去訪問其他嘅角色咁樣。喂你聖誕節收到咩禮物會開心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就逐個問咁樣咯。呢、這個就係大概嘅故事啦。咁但係咧最癲係啲乜嘢咧？佢一開頭咧，史泰士神佢就問咗一個問題啊，埃治神佢就問啦。因为史泰神好喜欢人类观察，那他就说假如面前有一个掣你按了的话，假如有一个掣你按了的话，你不按会死的掣，有一个你不按的会死的掣，你会不会按？然后呢埃治神就在那里问，那你要看情况，那什么叫做按了会死这样，然后就在跟他在问详情啦，咁然之后就话，如果你呢、这个掣啦，对面亦都有一个人，而嗰个人咧同样地都系如果揿咗嘅话，即系两个掣一样嘅，但系你可以见到对面个人啦，你哋冇办法讲嘢，冇办法传递到声音俾佢哋嘅，俾对方。咁然之后你哋两个人边个人揿掣先咧，对面个人会死。但如果你两个都完全不按的话，两个人都没事。一个这样的实验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掣你会不会按样。跟着呢然后埃治神想了阵样。跟着就转场了，这样才去到刚才日常般这样，女主在问、究竟应该、送什么礼物啊这样。然后去到后面呢首尾呼应咁样咧，临完嘅时候咧，即系喺度问完啲人，大家中意啲咩礼物啊咁样咧，跟住然之后 Yuzuru 就喺街，埃治神喺街度撞到 Yuzuru， 跟住好似啱啱饮完定点样，即系 Yuzuru 啱啱同女主饮完酒咁样，跟住啱啱行过就见到对方咁样，然之后咧埃治神咧就问翻即系 Yuzuru 就问啊，你想收到啲咩圣诞礼物啊咁样嘅闲话啦。咁於是咧，埃治神亦都問翻佢呢一個問題，問翻佢呢個禁唔禁制嘅問題。然之後咧，就嗰、那個編排咯，面都覺得好型咯，超級型喎，係咯。點講好啊？本身因為尤其是咧，好似好需要用腦咁樣，同埋你會睇到嗰個人嘅性格咯，即係啊，心理測驗。嗰、那個即係佢點樣諗啊？佢嗰、那個例如話佢會唔會禁制？有冇諗過要禁制？定係佢會點樣處理呢件事？其實都睇到個人嘅性格咯，就係、是、咁樣。啊，買咗啦，買咗啦，買咗耳機啦！嗰日開完台之後，第二日就買咗啦，買咗個藍牙耳機，耶，好用。冇錯，因為再講落去就好似透得太多啦。因為關於佢哋係點樣嘅人呢樣嘢，定係其實應該要講咧，不是但咧，好香咯，一句講曬香。面多都反而如果係講話呢個夜晚裏面，覺得可能始終本身自己有玩過隻 game 有加成啦，覺得卡拉瑪麗呢一個朗讀劇寫得好正咯，會令到面多都啊～真的應該要玩多次了，要玩埋翻 disc 咁樣。啊，面都買咗，但係未玩。跟住係咯，佢真係令到係其實好多都令到面都有衝動要去買咯，例如 Party 卡啊、Chanel Money 啊，跟住晚鐘啊、Olympia 啊，
其實不是講曬啦，其實全部都好想買，本身即係本身都預咗想買，爭在唔知幾時咁樣咧。係啦，呢、這個就係 Automate Party 2022年今年嘅公演嘅內容啦。其實佢真係好多好好笑、好經典同埋好多嘢可以講咯，但係好似講曬咁，冇咗個樂趣，因為其實面都已經講咗好多，講得太多，比自己本身想象預咗想講嘅嘢講得太多。本朗讀劇啊，個連朗讀劇嘅內容都講埋出嚟喎，黐線會唔會俾人投訴噶？但係大大隻字喺度擺張度嗌人注意嘅話，其實都算係嘛，但係開心嘅，即係本身面都一路喺度講話好多嘢講啊。哈兹利肯啊，跟住哈兹利肯啊，仲有哈兹利肯都抽唔到，冇得抽。但系咧，但系面都神手啦，帮朋友仔换到，唔系帮朋友仔抽到佢嘅推啦，自己亦都换到推啦，虽然换唔齐，但系都换到啦。跟住，其实最想要都齐啦。然之后，朗读剧啊，成个 Automate Party 三场。即系讲话，即系唔好讲话啲官方安排啊，嗰啲麻烦啊，咩又剩嗰啲嘢啦。咁但系咧，成个流程、成个游戏各种咧，全部都好充电咯。即系咧，一路以嚟，即系好似心灵净化咗，你好似唔需要谂嘢咯。啊，好好 J 啊，好香啊，咁样咧，净系需要拍手就得啦。回归呢个原始嘅本能，就系、是、听到好香嘅嘢咧就拍手，好香啊！系啊，呢个就系呢两日嘅 Minotaur 嘅报告啦。啊 ，Zuki， 啊，快啲玩 F。可以的，但系呀，但系咁玩 FD 之前就会想玩多次本片噶咯。终于降低完，系啊，终于完啦，三个钟，黐线。但系 Minotaur 我觉得其实啊，好想讲嘅都冇讲晒，但系又唔可以讲，可唔可以咁样？但系其实都讲好多，啊又翻嚟啦，系啊，又讲咗好多，又唔应该讲，但系都讲咗好多，不是但啦咁。Minotaur讲嘅内容咧，真系冇故事嘅十分之一咁有趣。Minotaur将所有好好听嘅嘢啦，好感动嘅嘢，全部扮歪晒咯。可恶啊！果然系真系需要现场感受，但系希望大家感受到，起码你哋感受到Minotaur都好开心。如果你哋喺现场嘅话咧，都应该会咧即系喊住咁样开心咁样，哎呀好正啊咁样。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呢、这个就系 Automate Party， 本身真系冇谂住参加噶咯。Minotaur最推嘅作品都冇，今年冇上到。但系点讲咧？中意嘅声优响度五啊，跟住就就既然睇得一场，咁就唔争在睇埋另外两场啦。咁样咧，可能下次又系会咁样，唔知啊。看看怎样啦，我是觉得好像有种如果有搞的都会想参加的感觉啊，还有有新作发表咯，他今次的新资讯其实不是很多咯，以往几年呢他们是那些转场画面呢就会在播广告，今次他都有播的但不多咯，多数都是宣传一些现有的舞台剧啊，或者有些本身有的资讯啊。卡拉玛啲佢早几年嘅时候讲话会出 animation 啦，跟住就佢而家今日去讲话 confirm 咗啦，2023年出剧场版动画，剧场版反而系真系安心咗咯。即系如果你出动画嘅话咧，你会惊佢篇幅点样搞，但剧场版嘅话反而安心咗，佢应该完整性会好好多咯，好感动喎！嗰下真系拍烂手掌，好嘢啊，得米啦咁样咯。跟住仲有啲咩咧？仲有一个有兴趣嘅系佢都市传说咯。佢有个新作咧，啱啱公布咗海狮同埋大概人物嘅立绘嘅样啦，系讲紧呢个都市传说作为呢个背景嘅，系咪叫背景咧？
即系我攻略觉得系都市传说咁样咯，好 J 啊咁样。面都本身好中意都市传说噶嘛，有几个面都记得我有 Cookerson， 我心谂你点样同 Cookerson 嗯多日啲，即系有好几个好出名嘅咁样啦。我谂紧吓你点样？期待下先咁样。呢个就系、是、仲有啲乜嘢咧？仲有啲咩新作咧？好似冇咩特别话好新嘅作品，完全新作应该系啱啱呢个咯。同埋一个企划系。是这个棒球咯，棒球育成 game 的感觉咯，小有有少少兴趣的，个女主好似好香咁样。系面多好多时咧，仲会睇埋，即系好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睇个女主角香唔香，香，多数都香，唔系有边个唔香，唔香都唔玩啦。面多都要睇住佢哋，系咯，面多都反而其实唔系话真系代入咩噶。你都喜欢看着个女主角和男主角的对了。是啊是啊是啊，新 game 其实不懂读了，它叫狗 RIP 这样。即是人家在 No.7 这样，它有九个这样，它是九个人九样东西 RIP 这样。其实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很型，超级型，很有兴趣。跟住啊，仲有佢有一隻新 game 啦，佢近排成日Twitter 都喺度煲紧话佢要出啦嘛，唔知佢出咗未？好似就系出定系已经出咗咩 Sympathy Kiss 啊？可能咧大家好似类似咁样嘅名都唔记得咗啦，是但啦，应该咧大家会有听过。早嗰排咧好似见到有啲人 share 讲话咩？有啲人 share 然之后笑啦。咁个故事系咩咧？就讲紧话有间公司佢唔知咩有个。娛樂 game 你唔知咩出 game 就係執定係點樣，跟住就將你係新人啦，然之後就同另外幾個五個公司嘅男同事咧就 group 埋一組，然之後一齊整隻 game 咁樣，跟住嗰隻 game 啦，啊嗰隻 game 十一月出啦，哦係啦，咁然之後佢日日煲緊啦，跟住面多都本身咧。有少少兴趣嘅，但系你冇话去到啊要买咁样咯，谂住睇定啲。但系咧佢嗰个宣传片整得太靓啦，啊好香啊黐孖筋咁样。其实但系啊有兴啊，啊兴啊兴啊兴啊，好想买啊咁样。系啊，面都好嘈咯，成件事俾佢屈两屈咧就啊好啊，俾钱啊，好想俾钱啊咁样，好想俾钱啊。不如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啊，好又好香喎、啊，咁样咯。仲有啲乜嘢咧？跟住之后公布嘅都系其他移植啊，或者系声优嘅更新啊。跟住好似冇咩特别面咯，都系心里面有印象嘛，一定要提嘅。都讲咗啦，都市传说啦，跟住夏之力奇人又讲咗啦，秋野神手又讲咗啦，换到嘢又讲咗，夏之力奇人讲咗，跟住仲有最后一样好好笑嘅嘢，面多咧今有两即系其实都系坐天花板嘅，啲位唔系话好前咁样啦，但系咧其实之前咧之前嚟过参加过两次，即系你。之前嚟过几次 Automated Party 咧，都知道嘅嘢，但系一路都冇做到，今次完全后悔咗。下次一定要做嘅嘢，知唔知系乜嘢？大家知唔知系乜嘢？答案系戴望远镜。戴望远镜真系好重要咯，黐线！即系咧，系真系咧，会望到隔篱嗰啲姐姐咧，佢哋系已经惯咗只官鸟咁样咧，拎起个望远镜啊，你睇唔到添，面都做埋个动作。跟住佢哋系当呢个系望远镜先啦。咁样咯，咁样睇嘅咯，其实系啊，仲知道买啦，系啊，咁样咯，系啊，系啊，咁样咯，我唔开心啊，佢啊睇唔到啊，因为咧嗰、那个，因为佢虽然话会出呢个乜嘢啦，会出嗰个乜嘢啊，嗰、那个叫乜嘢啊，嗰、那个会出。Blu-ray，
跟住会有大会嘅摄影师咁样啦。但系其实咧个摄影好渣咯，今次做乜嘢？有几次好明显系撞到个 cam 啊，跟住 fold 错人啊，咁样做乜嘢？系啦，咁仲有阵时佢嗰啲人咧，你有阵时你想望嗰个人嘅反应，佢未必我影到嗰个人嘅反应噶嘛，你真系自己靠睇啊。其实面都之前有谂过要买嘅，但冇咗件事咯，跟住就冇咗件事啦，然后就冇咗件事，去到而家咁样啊。下年咯，下年一定会买咯。其实行惯博物馆，个个都会拎只好细嘅望远镜。面多都中意行博物馆啦，但系完全冇谂过要拎望远镜睇咯，因为面多都会空埋去睇。唔系，咁因为冇人行嗰个博物馆，咁又冇掂到啲嘢，咁又保持到个距离，面多都系会空埋个头埋去睇嘅。买个好嘅，你都有个咩？你都有搞错啊！好啦，咁睇嚟面多女都真系要买个靓啲，系咯？知唔知啊？面多女咧，之前啊喺大傻见过有啦，心谂大傻是个人，睇嚟真系要买个好啲。第日去 event 识做啦，各位真系中谷嚟，记得要你坐边度都唔紧要，最紧要系有望远镜。有望远镜得天下，就系、是、咁样啦。呢个就系而家谂到可以同大家讲嘅关于 Automate Party 嘅感想啦。耶，系啦，真系好开心啊！就算唔系最中意嘅作品啦，但系咧全部都系有兴趣啦，或者系都好啊，都有玩过啦，或者系总之好似唔知自己讲啲乜嘢啦。真不好就是这样了。这个希望大家但面都其实后悔了，起码刚才一路讲的时候都收回一些照片出来会好一点，就是 game 是什么样啊，那些失策。其实刚才一路讲的时候面都应该开翻 share screen 俾大家睇下睇紧 Automate Party 嘅嗰个网嘅话，咪唔使一路讲得咁辛苦，可恶啊！不算啦，我哋嚟到呢度，冇后悔药食啦，就好似面多啲换唔到，或者换到啊换走咗啲，摆翻条 link 出嚟，系好醒啊你，好醒啊！真好醒啊！好醒啊！Automate Party， 挥手，嘿，今年の夏の匂い、いつもとは違うみたい。啊，拼错。Automate。在更新了在概要欄那裡，大家有需要的話就請 click 進去， click 不click 到進去的，好像概要欄是不是 click 不到進去的，好像我們在這裡send多次去，欸，好厲害啊，這個就是 Automate Party， 多謝大家 Mean Order，好开心能够同大家讲月女 game 讲咁耐，明明咧十二只 game 里面面多啲一半都冇玩过，唔系啊，冇玩过，但系知噶有兴趣噶，冇钱啫嘛，虽然咧喺三个钟头之前面多啲先讲钱啫嘛，俾佢咧咁样，但系冇钱啊。喂，如果面多啲冇咁有呢个收藏癖嘅话咧，唔追求特点，唔追求 good 事嘅话咧，其实真系可以有钱，可以多两三个零啊，分分钟。而家就只系零啊！多谢大佬无私嘅分享，唔使多谢啊，断角兽应份嘅咁样。系啦，做大嘅梗系照住啲细噶啦，各位亚军，正嘢系要开心 share 嘅。你知道吗？面多都决定
在这个亚军基地里面的开心 share， 丢多次条 link。多谢大家，各位未瞓嘅亚军，唔好意思。好啦，呢、這个就系、是、啊，最后可以讲下咯。Minolder 开咗 DC group， 咁就系柯耀兰可以见到啦。咁系啦，应该俾 Minolder 唔系太常或者太识得用啦。但系如果大家有嘢想要向嗰边铺嘅话，就可以欢迎向嗰边。或者你哋喺 Twitter 鋪完之後，喺 DC Group 嗰度 tag 翻，或者擺翻條 link 出嚟咁樣咧，都可以方便 Minolder 睇嘅。咁假如有啲乜嘢嘢想要同 Minolder 講嘅話，就可以活用翻呢個棉花糖或者喺吹水區裏面講嘅。係啦，咁就應該係嚟到呢度啦，係咪？辛苦曬大家，多謝曬。辛苦晒 Yosena， 辛苦晒断角兽，辛苦晒咩咩，辛苦晒夜猫位，辛苦晒花灵，辛苦晒千秋，辛苦晒阿天，辛苦晒神田，辛苦晒 Kumo， 辛苦晒狗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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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晒阿月，辛苦晒火喵，辛苦晒牙牙，辛苦晒 Hanna。辛苦晒中万山大人，辛苦晒虎咪，辛苦晒 Solo， 辛苦晒正方形，正方形，正方形。死啦，唔肯定头先有冇讲到早晨添，早晨啦、啊，同埋辛苦晒，跟住仲有辛苦晒 Cry Cat， 辛苦晒游牧月，仲有冇？呜呼！辛苦晒，辛苦晒大家啦，辛苦晒！多谢你哋肯听面多咗讲粤女 game 啊，虽然咧都仲未，即系唔系真系讲到好多，因为真系冇太耐冇玩咧，好似好奇怪咁样度，喺度跟住读，跟住连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介绍紧啲乜嘢，但系就好开心喺度介绍咁样咯，一撇嘢咁样。By the way， 最后先知系粤女 喂，化灵，你唔系话一开始就喺度听嘅咩？连多都一开始喺度讲话呢个系粤女 game 整粤女 game 公司嘅 event 嚟嘅，你唔听吓？唔专心罚抄，罚抄以后以后会听阿实，以后不会不粤女 game 正咁样啊，系粤女 game 好正。佛咒佛咒，唔知啊，听故仔好开心，系咩？喂，记得你讲话咩嘛？咩傻仔嘛？嗰条 lace 底裤好好笑，觉得大家真系喺现场睇嘅气氛系真系唔同咯，劲唔同。慢慢慢，好啦，去到呢度，仲有冇人未讲拜拜噶？我哋要讲拜拜噶啦噃。嚟紧睇下先，嚟紧有冇台咧就？可能会抽时间嘅，但系你话有冇定期嘅台，唔系咁敢肯定。下个礼拜起啊，即系十几号起嘅嗰两个礼拜系好忙。如果可以嘅话，尽量开啦。咁但系联动嘅话，应该就未必会有啦。未唔知道、啊，睇下点咯。月尾会有同雪桂嘅杂谈嘅，如无意外系讲甜嘢嘅呢个甜品鉴赏会。大家如果有觉得甜嘅，即系好 sweet 嘅内容嘅作品啊，歌啊，举动啊 ，CP 互动啊，等等等等，嘢食啊，等等，总之你觉得甜嘅咧，都可以投稿俾我哋嘅。咁就系咁样，咁我哋有缘再见。净系知道而家好多 game 坑，不嬲都多嘅，只系而家令到面都多咗啲动力，信望爱。死啦，唔系多坑咧，系一个问题。有冇钱买又一个问题，有冇时间玩亦都系一个问题。難しいな。
系冇瞓觉时间啫，真啊！大家嚟到呢度都辛苦晒啦，两点半啦，仲要我哋有啲人系三点半嘅，辛苦晒各位亚军，或者未系亚军嘅各位都辛苦晒啦，欢迎加入我哋呢个亚人军团。冇，其实讲到话亚人军团，其实都冇咩特别嘅形形色色，不过是但啦，早唞啦各位。好啦，大佬。面 loader 作为呢个亚军嘅大佬咧，就宣布收台，各位早唞，掉啊掉啊，掉啊掉啊，开唔切开唔切，等等，太阳佢，快啲揿翻个暂停掣，哎呦，掉啊掉啊。おやすみなれー。こんち。やればできる子。再哭了了，好不好？哥啊，佢啊，やっぱり好き。真系过咗，明明系琴日嘅夜晚嘅事啊，但系去到而家都仲记得咯，好唔好啊？佢个朗读剧好似仲系第一个朗读剧嚟嘅咯，但系面都系咪第一个唔记得咗啦？如果同你系同学，一下都～啊！辛苦晒啦，好中意佢哋啊！救命啊！唉，系初恋啊，初恋啊！唔系，佢唔系初恋，傻。好可爱，青梅竹马，点解青梅竹马系咁可爱？点解？多咗啦，系啊，多咗啦，多晒啦，青梅竹马。こんなに最後だから、おやすみ丸。